大家长，今天是6月20号星期一，也是本次定期大会第36次的会议。上主议程为市政总咨询的自由发言。那今天呢，请假的单位为劳工局，王新基局长，由已前往美国人力呢资源管理协会的联会，由副局长徐宝宪代理。今天的市政总咨询呢，自由发言，因为每人为10分钟。首先呢，我们请到吴通荣议员呢，你要和那个刘正远共用时间吗？你们两个要共用时间，好。那我们请吴通荣议员和刘正远议员呢，开始发言。谢谢主席、秘书长，还有我们的市长、各位局处长，还有我们的所有同仁，大家老早大家好了哈。那么我伫遮吼，先来甲咱的所有关。目前的农民呢，清明一下，因为呢，尤其在阮溪北的地里吼，农业占上侪了吼。那么市长，我们的农水路吼，一般咱的所有农民拢咧反映了吼，是毋是一挂农路已经歹啊真严重诶？是毋是咱可能是咱的预算是上少？那么我相信伫你任内，佮剩两单外，是毋是讲会当将咱所有一挂农路歹去的，咱补起来，是毋是会当来？来个修复啦吼，那么当然这边修复就是爱增加预算嘛吼，增加预算。那么我们的农路，咱的农路咧，应该有牵扯到咱的地政局，还有我们的农业局这两个局势嘛。所以我是只要拜托咱市长，是毋是会当甲咱的百姓所有农路，我相信阮庄卡一直拢不祈求什么啦。阮庄卡无要祈求讲是毋是阮哦，例如阮六家关店下阿码头，这嘛无相信这個，无讲要想讲是毋是。在合并了，一旦变成一个大台南市，有一个应该会大欢迎的所在。但是最基本，因要做实的路咧，一旦好因较好行的，所以才来甲咱的百姓吼，甲市长拜托，是毋是咱智能局势的这个农路的预算吼，一旦可以增加一下，好唔好？拜托一下。好，迄、那个感谢郭议员吼，咱农路吼，就是农业局负责的农路，原是合并前拢变7-8千万嘛。管区合并了，咱拢编1亿5千万左右。啊，那农地重划，迄是地政局负责，中央给我们多少，我们都配合款。啊，所以感谢吴议员的关心我们会去中央争取更多的预算。啊，市政府也会来增加预算啊，谢谢。是，感谢咱市长啦吼。我相信这咱的迄个里长会报来，这拢应该把甲市长报告过啦对啦吼。啊，那么里长嘛一直咧反映这个议题啦吼，所以才再次拜托市长来甲多关心一下。那么。另外咧，咱迄个农业局吼，咱即目前吼，真侪咱的肉商咧甲反映讲，是毋是咱7月初开始要实施，所有的肉商伫市场拍卖了，一定拢爱用刷卡的方式啦吼。那么我相信咱尤其伫庄卡的所在吼，那么伫即个肉商因认为讲，我都买一只猪，头一只猪了1万块，我今仔要来发一只猪，我就1万块递来。交易量马上是给你立钱，那么因已经长久以来就是拢安尼做嘛，长久以来拢安尼做，所以感觉讲非常的顺手。那么临时的，咱即摆改规定讲，咱7月初开始就开始用，一直要实施要用这个刷卡的部分嘛吼。所以是毋是这个时间点会当暂缓一下？因感觉即目前安尼随时要改变的时阵，因当就适应袂过来，你知影无？适应袂过来，所以因一直咧甲我拜托讲，是毋是甲咱农业局？讲一下，是不是这个部分时间能当暂且不用这么急促？啊，不然讲即马7月初要开始咧，都无早无，如果不用刷卡，就袂当买。那么我感觉这款市场自由情况之下，我感觉用这个规定，我感觉有比较不妥当，是不是？我们农业局可以去跟我们的那个鲜花哈，但是我沟通一下，啊，无我相信如果咧，从咱这肉商咱可以袂适应，你嘛一定不爱去，大家好妥协一下吼。那么咱的人客叫走去咧，咱的隔壁咧，溪北这边隔壁是咱的铺主呢。我相信咱已经走真侪，也你应该知影吧。所以是不是局长您这个能够再晚一些做呢？即摆甲议员报告啦吼。其实咱这里推动这里算讲唔是现金的交易，就是讲吼直接对银行家吼来做这里。扣款吼，也是讲缴款啊，这个工课吼，实际上这嘛是简化整个的交易的这个
金钱的流程啦吼。啊，当然一时间可能有一寡马上吼较无适应，但是阮吼用豆豆啊吼，豆豆啊，互伊慢慢该教会晓。吼，啊，照安尼即个方式去做，无定啊，经过一段时间了吼，伊就适应啊啦，吼，啊，所以我这部分吼，我才过来甲即个肉品公司吼，啊，这边才看确实讲迄肉商有困难的，吼，咱才甲伊协助，吼，可以当吼。我的看法嘛是时间卖用甲逼甲讲，好一时间未适应的情况下，你嘛一定要强逼啦。嘿，我感觉这第一点较无合理一点啊。第一点，你要了解有一个老肉商，我相信啊，少年的伊嘛要像你安尼讲啊，啊，我都卡面债，来上个刷卡就好啊，是不是很方便？是啊。但一个老大人的时，伊不时的辛苦借钱的，我讲我今仔要买两只猪，我就借两赚两万块，伊头这个心态咧，所以一时嘛变袂过来，那么变袂过来情况之下，你就一时甲讲，你也无安尼时，已经袂当做。我希望你这是不是你甲沟通一下啦，哇，只要强制性啦。这也该辅导哈，好适应啦。对对，好不好？好，不要时间线，现在不要这么短时间就强制他了。好，好冇？好，好的。这样沟通一下了哈。好，那么我们那个委员，我给你补充一下哈。咱这个肉品市场交易无超化，只就一年啊。也因为要推动这个政策，肉品市场哈，我特别邀请张颖来肉品市场设立据点。那也跟肉商这样的教育宣导辅导时间差不多要一年啊，所以我跟这位吴议员有提出这个意见，那真正有困难的，我多几位咱特别甲帮忙。对，我们我意思讲，咱用时间来慢慢跟他沟通了，卖一些就强制性的话吼，大家有些别性的。但是七月一号恐怕是要，因为有些人都已经做好了。对，但是我只有少数几个人他还没有配合。啊，我们再去协助他 ，OK， 因为这个大概已经做了一年了，就是宣导宣导啊，这样辅导啊，那已经他被禁了啊。是啊，我请吴议员。我即马这是一个市场，咱嘛希望咱的人客卖要走伊吧。哎，当然。是不是？是当然。市长啊，无卡是讲今仔为着大家那时阵哦，你一定加强制啊，我感觉我就来别里买，因为这不是全台省都是这样子实施嘛。我讲咱隔壁嘛无啊，嘛无实施啊。其实这是习惯的问题啦，吼。唔对，所以我意思讲，我们尽量去沟通。用好的方式，安尼好唔好？我们会再加强沟通。好，谢谢。那么第二点就是咱那个水利局哈，我要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像咱那个西部比的下游那条路、那条排水，就叫做区域排水，对不对？那条钱东西就是你请来的嘛，你征出来的嘛。那么已经拢征地好啊，那么一顶头的上空，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所谓上空是不是可以利用？就是讲你已经征地了嘛，征地了的中间的时阵哦，那个。排水的上方大概有十几公尺呢，十四公尺呢。这十四公尺规条有一公里外呢。那么，迄顶头如果我们能够装设绿能，是不是可以呢？当我们的发电系统的附地。原则上，因为咱的区排哈啊，有这个疏浚哈，维持它通水断面这个需求，所以原则上我们大概是不去加盖。啊，今水利署的政策方向哈是要用自洪池，因为自洪池较大片哦。要来做这个辐射的这个太阳能的系统，这部分我内参迄个水利署哈，继续来合作。这部分政策，水利署的政策方向哈，它差不多是这个方向。我内配合中央这边的政策来推动。当然，我即马是咧讲，咱市场嘛一直咧推展我们的绿能发电。是。那么，如果是像迄已经有征地了的排水系统了哈，如果伊顶头买当做太阳能发电的话呢？我认为讲是应该是真恰当嘛，但是我们的选择条件绝对不可以影响到了哈，别再影响到了哈。啊，所以满公这是不是我也是，我们是可以跟水利署去沟通，希望日后能够当赶快在咱的排水系统内底连买单，做我们的太阳能的发电系统。这是我相信咱对所有的空地的利用啦，是不是你应该当到加持一下咧啦哈？安好唔好？好，谢谢。谢谢。啊，我伫遮吼，不是伫遮，今仔日继续吼，我两个用时间稍微伫遮继续吼。第一件就是讲吼，咱伫民国64年，咱所有全省来禁建，了后来重划。那么到今仔日重划有真济呢，的公共用地，不管是公园地，或者是讲停车场地，
里农用地、机关用地到即马已经经过40年以上。那么，你国民党的政府较早咧做这工课也无上较远的，到今日这土地也不敢征收，也不敢发条讲看要怎处理。必须呢，命运四起，如今已经过5代啊，哦，迄40栋已经过3代以上。啊，那么2代至3代以上，已经分到足侪人公家，要过户呢，要缴一个税金，啊，要卖阁卖袂出去，啊，这土地可能拢无价值去，囥在边啊，毋知要怎处理，会使讲命运四起。我伫遮来建请着咱市政府的单位以及咱议会单位，会当甲这民情来反映予中央，并请着。所有立委，哦，尤其即摆咱民进拢咧执政啊，哦，咱的立委也过半，或是要如何来把这所有的这公园以及公共用地一并来做解决？本来市长顶届会顶次会甲我讲要来一块来叫出来会议，一半来捐献予咱做公共用地以外，一半留起来做。会当予因家己做主体区，来予因会当回收着因遐成本，哦，卖差安尼济。但是呢，有真济机关用地可能无当安尼处理。那么呢，即变落去，拢袂进行。会使讲，自我做船长，我即卖20几年来，拢是民间的真头疼的工课。哦，啊嘛真济公园，拢爱规划拢无。比如讲，伫仁德区的。北平面有3里，哦，相当侪人口，因来反映讲，因遐也无公园，啊也无机关用地，拢无开发。那么伫南平，安对即个新店里，以地到即个大甲银行有9里，将近4-5万人口，并无半块公园。我想讲，请市长你看，即有你什么好办法，咱向中央来建言，让市长甲大家说明一下好。好，迄、那个感谢老议员吼，对咱市民生活品质的重视。啊，公园来当开辟吼，这一个是一个真好的政策。啊，但是公园吼要征收，通常拢是地方政府爱负责任啦。哦，啊，中央通常土地取得伊是无补助吼。那、啊、当然咱买当建请啦吼，建请看中央有法度通用一个专案无？哦、啊，看会当啊，依依财政的许可。立一个专案来协助各地方政府吼。那、哦、另外来讲，台南市政府有来根据咱台南市的财政，啊，咱即摆有改善嘛吼、哦。过去这几年，吼、哦，咱开源节流财政有哪有改善？啊，咱会特别阁针对讲吼、哦、人口较密集，啊，有公园需要，啊，这个公园开辟了后效益会较好呢。啊，咱会吼、哦、排这个顺序吼、哦、啊来开辟，哦，简单甲老议员报告。好，谢谢，请坐。我另外一个议题吼，就是讲咱迄个荷兰村的未来的发展。我相信即摆目前荷兰村呢，我一直在要求，伫头伫个100年的时阵，我就咧要求讲，荷兰村一定要把道路拓宽，这是第一点。局长有道理无？有没有道理？第二点，荷兰村是一个荷兰风车为止，是毋是讲要来到荷兰看一个风车，那么来就是来。地管 B 荷兰村看就可以了，但是我认为它一个只有一个荷兰风车哈、哦、是太少了。我建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去 BOT 找一些我们有关于荷兰的主题乐园？我相信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增加很多卖点，也增加很多看点。但是最主要还是要把道路拓宽。我相信剩头800公尺会得咯，只要把它拓宽的话，人大也想要去啦。是不是讲局长，我们这方面我们来努力一下。第一，道路拓宽；第二点，增加一个主题乐园。就像我们所有的荷兰有一些卖点的、有看点的，能够多增加一下，是不是这样？对我们荷兰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呢？对我们地方也是有个很大的助力，对不对？
谢谢议员对德元坪荷兰村的这个关心哦。在道路拓宽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就再来跟公务局做协商，看是不是能够在有限的经费里面来排他的需求的顺序。那第二就针对主题乐园的部分，这部分我们现在是先用办理活动的方式来刺激人潮、带入人潮。那如果真的要把它发展成一个游憩的主题园区，基本上就是要找能够来招商做 BOT 才有可能。那这部分我想我们先了解有没有潜在的投资商，我们再来评估是不是可以往这个方向来发展。再次谢谢议员。谢谢。现在来我有一件较特殊的工作啦，就是说在中东地震以来经过已经五个月了、四个月了，那么呢整个区呢有两片，就是一个七间和一个十间的文化三街倒落去，以及幸福大楼来倒落去，那么呢，这工课呢，可能即卖追究到建商，包括咱的技术师、制作人、营造厂，因大家责任。那么这工课呢，我想我受了咱的这灾民的委托、委任，来进行这工课，要来建请到咱的干部局。把相关的资料可以来准备给完满整理出来，也请到法制处可以来把这些责任，什么人的责任可以来厘清，初步呢是我们整理出来之后可以邀请他们出来参详，可以看愿意提拨部分来捐献补助这道的重建，如果没有我们要追究这些责任我想我们的局长你看这件，你先说明半分钟，好。感谢刘议员吼。这件吼，这个建商吼是有出面哦，交这组合的建商吼，那个起付的部分呢，我嘛依照一般的这个规定吼，就是照因为伊要拆除重建吼，所以照这个咱的。公共设施迄个补偿的办法吼，好，啊，即摆就是幸福大楼，敢有出面啊？幸福大楼，幸福大楼，阮嘛是照这个公共设施补，这个拆迁补偿办法吼的办法，互伊补互伊这个一半的金。好，你甲准备一下，注意一下，请消防处的消防人，你有啥物意见，能够说明一下无？表示关心一下。是，刘议员，你所交代吼，进前我已经有请消保官吼。去召集这个建商哈，还有我们这个住户，那我们已经有过第一次协调哈，那我们第二次要即将开始，那这个部分呢，初步建商其实有初步有提供部分，透过用捐献指定捐款的方式给住户，那这个部分呢，还有包括这个建筑师的部分呢，这个我也进行协商当中哈。至于住户他们不信任原来的建筑师哈，但是我是想说，建筑师这个部分他只有去做这个建筑图说哈，那我想这个部分师作的部分，我看还是要尊重住户的意愿呐哈。那至于具体协商的状况哈，然后协商之后我们再向刘议员汇报。好，请坐。是市长要补充一分钟来。咱这边0206地动，不只是对永康维冠大楼造成冲击，比如讲老议员的选区归人，有哪有幸福大楼倒去，还有文化街，两座啦，一座十栋的，另外一座七间的啦，我真感谢老议员持续拢在关心民，即摆这个幸福大楼，咱台南市政府都发局已经协助因，就是要重建。要重建，即摆呢有较顺序咧进行。那文化街遮吼，我知影刘议员已经召开几啊次的即个协调会，嘛已经有相当的成果，包括即个其中建商有哪有出来讲要来负担因应该负的责任。那你另外要求的，包括建筑师包括起造人种种。因确实是爱负起这责任，袂使讲放外，我伫遮嘛呼吁吼，相关应该爱负责的人，应该爱有道德，爱有良心，
啊，出来分担这个责任。啊，互受影响的吼，文化街受影响的这两排厝的这个厝主，会当早一日啊，恢复因正常的生活。那么，都发局也好，公务局也好，啊，拢有来来甲要求，吼，啊，参老议员者合作。好，感谢老议员。好，请坐。我想市长，我一向的认为是你爱民如子啦吼，一落千金啦，啊，牺牲奉献啦吼，而且你也无爱什么什么财物啦，所以你我非常肯定啊尊重啦。但是这件代志若袂当完成，枉费咱一片的苦心啦吼。咱无论如何，一定爱予体恤这些灾民，真正苦难之中啦。啊，这件先到这，最后一件吼，就是目前啊。大家拢在咧疯传咧，讲咱的税金、咱的厝税、地价税，将会三当来会起价，几啊百趴吼，到是两百、三百哦。我想这个目前外口风雨是要迄落税关处长要讲，还是决定？因为迄个时间的关系哦，我甲你简单甲你报告吼、哦，绝对无这个代志啦，啊、哦，绝对无这个代志，无论是。百二%吼，也是讲搁较离谱，几%，拢无即款代志。啊，咱已经吼，咱台南市政府即、這个吴宗龙副市长，伊做主席所召开的房屋标准单价即个评定已经出来啊。吼、哦，咱明年105年比较现主席啦，吼、哦，明年106年比较今年吼、哦，加50%吧，哈、哦。那后年啦，哈，后年比今年加65%。了后大后年，哈、哦，就是108年，比今年105年加81%，啊，平均加67%，哈、哦。咱这是六都内底条幅最少、条件上少的。那另外呢，其他拢伫个103年的时阵都已经调整啊，咱一直到106年才适用。哦，就是讲我做市长，吼、哦，咱会当请编个委员会帮忙的，就是上晚调，啊调上少，啊因为不可能无调，吼、哦、特别甲老议员说明。好、哦，啊，时间就到啊，你时间加3分钟啊。来，再一分钟，你已经加三分钟，再加一分钟。经理，你已经加三分钟。我想讲，我加一分好，谢谢，请那个税务局局长啊，把这个资料呢送给那个刘正昌议员。那我们请下个啊，蔡宏强议员，你哪位这位呢？哦，我蔡宏强议员，会去占点的时间。好，谢谢。你讲春来要好啊？好，你这都无搞过人八卦。是哦。开始啊呗。喂，你有声音？喂，啊，麦克风没有声音。啊，这个，首先吼，啊，我先伫这个所在讲吼，啊，其实咱一直肯定讲，咱过去的绿色执政，就是因为咱地方政府真正做得好，今仔日中央有咱执政的机会吼。啊，但是最近这阵。最近这站吼，我看到小英头壳顶吼弄三条线，哦，因为明明知道我们的内阁负面评价增加是因为交通的问题，但是呢，偏巧不巧，咱这个弹头部长叫做贺成旦，万年要甲你东西向快速道路收费，万年要甲你夜间廉价夜间免费取消。然后又不听劝告，阿板尼亚，咱听着林聪贤县长吼，讲要来收这个入城费，伊马上第一个响应讲，我帮你协助装 e-tech， 我看一个戆伊吼。然后，更夸张的是，最近哦，这个交通部竟然又在新研议啦，
还没有成熟的东西为什么要对外公布？要新研议什么东西是全球首创创举，全球第一名的吼，讲要在每个人的机车上面加装感应器，安尼吼会当呢啊，只要超速马上会显示，远远的警方就能够取缔，方便取缔，好取缔这个违规。我看起来昏气，你敢知？哦，市长、局长，啊，咱家某法务委吼，法务处长吼，刚才这严重侵犯到人的基本人权跟行动自由。跟基本的隐私的保障，也就是说，他本身在推这个案子的时候，根本没有经过很详细的讨论。阿德安呢，弹出来当风向球，好难去讨论。那我们觉得说，个安内勒一定要，我看林权部长大概很快哦，负面不满意就超过满意了，足紧啦哈，黄金交叉被搞啊。阿雄这样呢，这个政策，所以我被请告局长哈。假设交通部真的要推这个政策，你会支持吗？可能他没有骑过机车、哦、他不知道大概骑机车的行控，现在各种监控，哎，那个随时用科技 来控制我们的这个行动，随时的一举一动，这样子的话，你会同意吗？我简单哈、哦，跟议员报告，这个是中央的法令的、啊，不过他在制定这个规定之前，他会跟我们讨论，那我们也会详细来了解。好，谢谢。第二个就是说，机车加装这个限速感应器，它不是为了要方便违规了哈，那主要还是提醒驾驶人不要超速。我觉得这利益良善，不过我们应该还是要多方面配套来考量这样。好，局长请坐。我本来想讲期待你会讲出不一样的这个说法哈，结果我没想到，你看起来是不想去得罪中央哈。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民进党执政哈。安利的惨嘛，哈、哦！民进党执政跟国民党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们内部可以表达不一样的声音，让他去充分的讨论。今天这个动作，啊、哦，抛出这个议题本身就非常的这个，非常的奇怪哦。为什么呢？因为本身他加装这个已经是侵犯宪法的基本人权，这可以蒙律师、蒙所有的法律专家都知道。哦，这个跟在中国阿公啊这个社会有什么不赶快？哦，他们要装了一个手机，然后政府为了要保障你们的安全，防范犯罪，里面的手机啊，这个加一个回传的程式，你都唔知呀。现在科技多进步，什么人要让人带机车装一个科技的东西？我看没有一个人民会愿意这个样子。难道要改善交通没有其他的方法吗？就一定要？用到这样的方式限制人民的自由，或者是说，重惩罚的方式，没有鼓励的方式吗？哦，我你记得说在东人，这是中央的议题，但是这牵扯到我们的人民的每一个人的居住自由跟自己的一个生活息息相关，所以我必须要在这边表达，尤其咱是绿色执政，大家对我们绿色执政的这个期待非常的高哦，所以讲。这个政策是其其不可啊，哈，绝对袂当好，伊安尼真正去要落实去。啊啦，安尼都一定要我们民主法治的台湾，跟这个严苛峻法、严控管控人民的中国有什么两样？没有两样啊，哈，就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不择手段，但是没有去考虑到程序是不是正当，加装这个的手段在法律上程序绝对违法，一个违法的程序。绝对不能够去取缔人家非法，非法行为不能用程序违法来取缔，这是很自然的毒苹果毒果树理论嘛？程序非法，你何来结果会正当呢？哦，这是安内嘛？所以非法监控出来的证据有没有效？没有效啊！哦，所以说哈、哦，我今天啊，搁在讲的这个交通的哈、哦，我实在是啊，老实说了，局长，其实我对你很尊敬哈、哦，但是你不用那么客气。哦，真的，当然，中央是你的上级长官哈、哦，那你不用再讲，因为我时间不够了，谢谢。我们私下再一起讨论哈、哦。那艾斌哈，艾斌的是顶改啊，我在总咨询的时候啊、我问到市长说这个地方最近呢没有错在施工，只要上了人的交流道，过程几乎快成为停车场，过了阴空的差不多没车哈。哦
一个帮我转到下一个画面。好，这个我后来呢，市长给我的回应是说现在正在施工，施工之后应该会改善。哦，我相信这个答案一定是交我们的交通局幕僚给你的答案。但是我甲市长报告吼，唔是安尼，我了我真正家己塞车，即我家己翕的吼，我家己塞车去伫顶关，去到永康落来，搁坐一阵，搁再巡一届，安尼总共巡两届至三届，甲翕过来条相片落来吼。哦，这个是刚上去的时候，哈，车子就这么满，哦，我们从侧面也可以拍到整个塞车，哦，这个是整个施工，因为还没有开放嘛，所以这个地方是没有的。那这里是一二三三线道，这边也是一二三三线道，哈，一直到过了，对，最后一张是过了永康，哦，车辆开始减少，多次维持三线道，好，哦，来回到三个画面。哦，维持三线道车流量到了永康小段减少，证实了我的那个合理的推论。亚德西公，现在的问题在于说，我们的市民已经把高速公路当作市区道路使用，尤其以永康到仁德这一段最严重。那交通局，你是不是要赶快提出对策？我们没有办法盖快速道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应该赶快呼吁。或者是提出替代道路，阿拉伯，以我为例哈，我们在东区，旁边是仁德，都是一个都会区，他们想要到永康，拢免搞阿骗，无人会去行边的道路，坐地高速公路去哩，啊，我永康特别乐意，永康起来，啊，我特别对仁德才乐爱，它的使用率超高，你们应该赶快委托单位去做这个研究，使用者的这个区隔市场哈。局长，谢谢你不用回应了，因为时间不够多人。好，哦，那个这个市场，好，哦，整个你要去赶快去分判这个车流跟这个市民的使用，然后赶快去提出对策，否则哈，即便施工完成，好，哦，塞车只会加多，因为上去的车流量更大，不会减少。哦，因为我们的车道还是三线道，我去看过了哈，哦，所以说我一直希望说，还是这个建议。市长能够赶快跟中央提案，我们台南需要一个南北向的快速道路，哦，来克服这样的问题，然后让车流赶快尽速分流，然后呼吁我们的市民，如果你的时间不赶，没有急迫性，拜托尽量不要再把高速公路当作市区道路使用。虽然金不方便，但是为了整体的公共利益，也请大家爱安尼做，哦，这是这个部分。哦啊，这个我等一下再拜托市长一并搞我回答哈，哦。那下一个，哦，下一个是下一个议题哈，哦，这是在整个长期的占用，然后安全岛人行道，包括这个违建，当时我们的公务局也说了啊，哈，哦，太超过的违建优先要拆除哈，哦，但是市民反映了很多次没有用哈，哦，下一页。大概一分钟，各几分钟哈，好，所以这是当事人的陈情书哈，他们长期以来哈，左右邻居处在整个压力当中，甚至有当事人哦，因为安尼可以看医生哈，我把这诊断书拢秀出来，无助的市民哈，希望我们市府赶快哈，后面又是防火巷，前面的那骑楼要整个港围起来哈，再往下一页，哦，这是整个现场的实况，哦，这里本来应该是骑楼通行的地方。这个所在是南区金华路跟大城路口，这个所在非常的闹热，交通量非常的大，机车请安尼安尼，啊，行人没有办法走在骑楼，只能走在红线上，然后甚至还发生公车转弯的时候去撞到一个女学生，哦，啊，这个是整个现场的正面图，这个所在，我也希望讲吼，哦，相关单位，公务局、交通局。哦，交通局、警察局，你们三个单位应该赶快去处理一下吧，哈，哦。曼哥，我记得经营，危害到用路人的安全，哈，哦，生命安全，哈，哦。好，谢谢蔡永全议员。请，感谢蔡议员，哈，哦，那个南北向的台南快速道路，我会交给交通局来研议。那你刚刚讲的这个。已经影响到安全的这个违建，
我会请公务局来处理。好，谢谢，我们请那个陈秋平议员。感谢主席市长还有我们一级主管大家早安，大家好。市长，你那个合并就职以来你的任期 五年多，这五年多你对于治水的工程要给予肯定，因为你离开很多心思用很多困难你在地水这个方面所以也给你予以的肯定当然呢在我们永康就是那个永康的北区就是甘水溪烟花这些抽水站治洪池都处理好势所以呢你饮水这个部分也都没问题所以我们的市民也可以很安心当然还在南我们的南平平就是大湾地区大湾大白已经呢跟这个抽水站现在抽水站也在做但是呢在这里呢我要拜托市长呢我们心中处理好了很强但是呢我们的火炉绝对也是要通嘛不通一定会出问题也会中风会瘫痪在这里我也一直这几年来都不忙呢市长给我们所有相关的团队可以呢就我们可以排水连接的部分再加强再努力啦市长你先请坐一下下一页因为呢这几天的雨水这整礼拜的雨水我相信应该不至于让永康淹水但是呢确实是个淹水啊因为呢我永康比较低洼的地方就是拢是一寡较靠近这个咸水溪，或者是讲靠近咱大湾这方面啦永康地势相关呢，就是永康里跟埔园里但是呢，那个我要请教那个，还是请教我们秘书长林秘书长因为这过去拢是伊咧处理的伊嘛交本色看过吼，这些即个案件吼，那个秘书长，这是吼咱所办吼研议过研讨过你也找出了一套办法，但是呢，你这处呢又淹水了，雨水不大只要吼落雨，一定吼淹，即个是淹水哦，还佫有入厝算吼，迄落啥入家人的厝体内底，所以呢，因叫苦连天。我而且要问问讲吼，局长是不是就这个部分咱搁再加强？因为呢，我要感谢你，在永康永大路三段因为经过本色因努力甲你安尼争取，你嘛替阮争取一条一五千几万，即马第一期七八千万。已经在施工了，目前在施工了，这点给你感谢。但是呢，这是连接你二段跟三段，刚好你三段的头十，头十就是接近那个在我们永大路跟中山路口，这里当时说车辆非常多，我们那林口也非常多，而且呢，是不是你跟我说明一下，是不是赶快赶紧发包赶紧的可以来做这些排水。这个地方我想永康有很多地方的雨水下水道过去是没有完成连接啦像这个在巴德路那一带它有的雨水下水道有头不会所以造成这个市区会有积淹水的情况那这个地方永大路三段跟普胜街口目前我们已经有一标已经补助公所在发包施工那么这个部分我们会请公所来赶快来完成。那另外有一标是水利局还在设计中，因为它有一些下水道的一些连结，或是跟侧沟之间的联络管。那这一标水利局在设计中的这一标，我们会请水利局务必尽速那么在今年能够来发包来改善。局长，你先请坐市长。我在这里也要跟你拜托，因为呢这条经费绝对要赶紧落，因为呢这是我们永康的除了门民以外啦，也是我们整个那个排水的一个命脉啦，因为呢大概呢淹水只要落雨淹水，我们的那个媒体那个 SNG 车一定到现场，每一期如果落雨一定去翕所以呢我们的媒体一定有，所以这点呢不瞒说市长你要加紧脚步，因为呢，这个
就是我们那个永大路，我们那个龙台的中牌在这边啦哈，这拢是无连接的哦，我拢感觉较早过去都错误的设计哦，所以呢，咱即马赶紧的来改进，这个也是没有连接。你看，这遮尼啊近呢，才早十通米尔，近年拢是无连接，所以讲我要唔忙讲吼，市长在这个部分绝对要加紧脚步，因为呢，迄大概拢是吼。不是积水尔，拢是淹水淹到人的厝体，所以讲这点一定要赶紧解决吼，唔忘市长啊，你多加吼的关心。好，感谢陈议员的肯定吼，咱台南市政府啊，伫议会支持下边过去四年吼，已经完成台南市十年的保护标准啦。这意思是讲，落雨24点钟内底无超过250公里，咱台南市就袂淹水。但是那超过的时阵，像莫拉克的台风。台湾大概每一个都市都会淹水。那第二呢，就是讲，伊虽然落雨无落，量无落遐大，但是伊真短时间落真济时阵，侧沟雨水下水道量，吼、哦，迄、那个消退量若无够的时阵，有哪会淹？啊，你讲的这个事更加严重啊！它雨水下水道连通都没有，吼、哦，过去乡公所啊，你也是永康市公所咧处理的时阵的问题。啊，但是无要紧，吼、哦，因为咱就要有两个标，一个标已经在进行了。另外一个标水利局在设计，啊，市政府的预算一定会支应，吼、哦，啊，赶紧吼这个问题会当解决，吼、哦，感谢陈议员。市长，我是希望吼能让那个你请坐市民可以免惧恐那个免于恐惧吼，好因吼安心，会当呢离咱的台南居住，因为呢咱是吼一个幸福的城市吼。下一页，局长。不啊、秘书长，这个是也是我们过去哈、哦、勘察过的哈、哦，在那个大湾路40巷158弄哈、哦，我们有去过现勘哦啊，那么哈，你有规划，你已经规划，咱的多面已经拢有出来啊哈、哦，甚至咱哈有闹哈盖过这个屋身啦哈、哦，我是你家要拜托咱局长哈、哦，咱秘书长赶紧哈这个案买单，赶紧哈进行下一页，我是啊再下一页。我是吼要予市长有哪了解啦，因为那个秘书长你非常的了解啦。我们就是那个大湾路哦、那个40巷，它的上游伊都是吼，咱家规条线拢是伫北湾、大湾地区啊，北湾伊个排区区域排水，就是吼应该讲说吼，爹不疼娘不爱吼，因为呢伊吼剩水尾。哦，伊今嘛这个水流到底是流对对，伊嘛无经过，伊嘛无对迄个大安大排去嘛，哦，啊嘛无直接对迄个啥永康大排过嘛，哦，啊而且我要希望讲吼、哦，局长，你知影讲咱的水尾是流对咱水利会搞去，哦，这将近千几户，哦，也是我们的那个北湾里哦排水的命脉。哦，伊拢无流对任何区域大排去，所以呢，这会当讲吼，非常严重造成呢，即居民呢，哦，他们在居住的哦这个品质上啊、哦，以及你若大概吼，因咧落雨，因拢足恐慌的。每一届落雨，因都吼，伫外面的人都爱赶紧的，哦，拢爱吼赶倒来厝，是不是呢？较紧过来露水，较紧哦，过来卡水，哦，你这点是不是呢？啊，我们秘书长吼、哦、要赶紧吼。赶紧速速吼来完成因这区排水。诶，大家员说明哈，这个所在咱有去会勘，啊嘛有请顾问公司甲技师吼、去测量，吼、去测量啊，了解的结果就是伊真大个范围拢是靠侧沟咧排水啦，啊侧沟才排入去水里沟，那所以这个部分目前已经有做这个一个截弯取直的一个方式哈、那减少。还有包括埋这个混凝土管哈，那么 RCP 让它下水道来取代侧沟哈，那这个目前水利局也在设计，那我们会尽速的来完成。那它的流向是经过公园路，最后排入这个大湾排水。好，谢谢那个秘书长，现在就是规划哈，已经嘛有要哈经过咱大湾大排嘛哈，会扣对大湾大排嘛哈，您请坐，谢谢那个市长。这个沿线哈都、就是哦规个。北湾，这北湾的顶头吼，大湾路那边，那头，
在那个大那个甚至大同街吼，因迄规个拢捡对这条，这条排水已经吼五六十吨，将来吼拢唔捌个定做过，所以呢，它整个含水的那个断面已经都不足了，所以呢，每一届一路。再给一分钟。所以李家吼，再一次啊，拜托局长，对于那个我们区域排水吼啊，我嘛唔忙讲吼，赶紧会当来搞完处理吼，让阮永康呢在生活品质上吼也可以啊，跟吼其他的里一样吼，都可以免于那一种恐惧啦吼。李家呢啊，再一次拜托啊，我剩下的时间吼，是不是咱哥有啊？还有可以一分多钟啊，可以那个再给你。哦，谢谢给那个王倩。手边啊，都讲要借五分钟好啊。啊，其实吼是安尼吼，我最后补充一点时间吼。我除了嘛是要肯定市长安怎讲的吼，人讲市长无建设，但是我伫遮要严正的驳斥。为什么？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第一次总咨询，我的建议市长讲，志宏池赶紧做，因为引水会当解决，啊，咱多有迄个空间。局长那时候都发局马上跟中央申请，进你看志宏池功能这么好。第二就是讲，我记得我捌甲市长也是总咨询的时候建议过多功能会展中心，迄是一个再给三十秒一线吼。啊，所以讲，尾啊市长甲中央争取，你看十八亿以上落来，即卖当阁甲小巨蛋功能融合在里面，这经费都拢落来是安怎无建设吼？啊，过来是讲，包括咱所建议的，包括我记得进前吼，伫即个十二年国教的时候，我咧讲会考无用论。市长马上吼从这个接受我们的建议哦，把这个会考的这个学科无用论，把这个成绩调到30%，跟北高一样多吼。那所以我这一次针对我们台南第一个办特考的这个需求，我们有这个学科优等生的这个需求哦，我予以肯定。这爱者吼，在以色列也好，在美国也好，你真的有数学之优的，有这个物理自由的，你为什么不让他能够继续升学呢？我讲的是不要呢，不要因为多元的教育而反而去反向的去把一些有资质的一些学科的人才给淹没掉。哦，我们都过于不及都弄死不掉，所以你家被肯定起掉。好，谢谢，谢谢。那我们这个咨询呢，为郭清华议员哦，我们在此欢迎呢，台南市呢渔权会哦，加永清哦，啊来底下那边旁听哦。谢谢你们啦，谢谢，欢迎你们哦。那么请郭清华议员。啊，感谢主席哦。那罗清的市长吼，啊，你秘书长，啊，还有这个啊，市府的一个主管吼，议会当然吼，大家好吼。一、那个，多阿吉局长，永捷华吼，这块土地吼，地方吼，一直拢在欢迎。是不是会当来解坐偏啦？第一吼，这个所在嘞吼，已经是无适合做工业区啦吼，因为边啊嘞吼是拢淹水嘛，还是搁近咱的海域啦吼。搁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安那哩，即嘛这个因两三当前，头三当前，因也搁有租户居民，但是即嘛嘞吼，因即嘛已经无爱租户居民啦吼。啊，居民嘞，伫今年的旱害嘞吼。因完啊，那你敢唔知？因完啊，袂当去申请补助安尼吼。啊，这块土地嘞吼，伊中计划是差不多伫啊商业行为吼，伊是咧饲土地，是毋是建议多啊讲吼？咱家这个所在拿来做这个湿地嘛好，啊是来做野鸟保护区也好吼。这两项拢正适合吼，是毋是讲会当透过这回的通盘检讨，啊甲甲台江这边才来建议？建议这块土地嘞吼，来做这个湿地，也是野鸟保护区嘞吼。啊，中秋花嘞吼，会当讲来到地方嘞吼，食人教教吼。第一要欺负渔民，第二嘞吼要欺负嘞吼啊，咱地方嘞吼过去受污染的这些啊乡亲嘞吼，因今嘛啊这个地方法院已经破诉，但是因今嘛嘛是还佫要上诉吼。啊，所以嘞吼。这个公司嘞吼，来到地方嘞吼，会当讲无受到地方嘞吼的欢迎，是毋是讲吼啊？借着这回啦吼，诶，这个总结巡来甲这市政府正式嘞来甲建议吼，建议来甲编做野鸟保护区吼，还是甲编做湿地？
迄、那个我来听多啊局长讲一下，敢有可能来安尼做？好，感谢议员啦哈，因为迄个确实中石化这件代志吼，因一直无愿意彻底执行迄个改善的污染的这个决心的时阵吼，佮甲咱向咱提出讲要甲这块工业区做变更吼，所以阮当初是拒绝中石化的这个要求啦吼，因为因的五万唔是单要做湿地，伊是五万要做商业地，要做主题区，但阮是当场有甲拒绝啦吼，啊，所以未来这个所在若要因为这中石化有可能在阻塞，但是我想这是未来双方吼，搁爱搁继续谈判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筹码。因为伊当然想要对这块摕倒去利益，但是咱是希望伊爱彻底执行改善才来讲的。所以阮的重点啦，有可能人要甲变作湿地，还是甲变作野鸟保护区呗？会谈呗？这阮当然是。咱的相关的法令，咱会当安尼做呗？这未来就变作讲，咱是希望伊向着这个方向。向这个方向来行，咱市政府有权利人来安尼做无？因为你袂当纵容这个财团伫地方恶行恶事啊！吼，伊安那你讲哪？这民国四十二年进前吼，是阮安南区的一挂啊先人吼去开辟的土地。伫四十二年后的时阵吼，这个国家吼，这个迄、那个国有财产局的时阵来接收这个财产来。我伫即个国家的财产来变作中石化的资产，啊，中石化咧吼，即嘛是明显伫遐用地咧吼，伊毋是伫遐咧吼，和即个正式咧咧用心咧，啊，用心的人过去三当前有甲因租土地，结果因将啊是为着商业的利益，因土地因也无爱租予遮个渔民，和遮个渔民咧吼，会灾害因也无多人去啊，即个请求迄个赔偿吼。这款的财团啦吼，我讲啦吼，地方绝对袂当去认定伊，啊，地方嘛是绝对袂当去纵容。希望讲市长啦吼，爱彻底的吼来解决这个中石化的问题，尤其嘞因污染的问题，放伫遐哩，这样啊是嘛是进度嘛是足有限啊。和地方嘞吼，要搁再讲会当恢复着过去嘞吼清气，诶，一个土地嘞吼，这个时间嘛遥遥无期啊。所以咧吼，而且我建议市长吼，应该爱提出魄力咧吼，来解决中石化的问题。啊，而且咧吼，我那建议咱的这个环保局吼，因为三冬外前的时阵，这土地中石化有租约给这渔民，啊，这渔民咧吼，因安那你讲哪，因有受到环保局的吼啊过去的补助，但是即卖因就无爱租这渔民啊，所以恁即卖的补助，恁嘛是甲伊切掉啊，恁嘛是无阁继续发行啊。但是你去遐看，做阮啊遐人嘛是拢冤在底下做阮啊，这点吼，我那拜托咧吼，环保局的吼爱做一个检讨啦吼，啊来农业局，迄、那个外讲嘛吼，灾害是渔民的权益嘛。咱不应该吼，伫这个租约袂当延续的中间来损害这渔民的权益嘛。关于这点吼，我那拜托环保局，即咱即农业局爱为咱这渔民吼来把关吼，感谢。来，那个，你即个所讲的中石化吼，所拥有的这片的土地，就是这个公司，就希望讲台南市政府吼按湿地。国家公园也是野鸟保护区这个方向来发展，来规划。对，我也请都发局来研究。感谢市长哈、哦。来，迄、那个第二点哈、哦，市长，这是咱安南区的哈，一个过去的哈，平民住宅哈，上界环境上界歹的哈，环境上界歹的哈，啊，迄、那个安那呢哈。上界危险的吼，啊，佫是一个治安的吼，啊，会当讲威胁足大的一个所在吼。啊，这个下骹的吼，的土地吼，即咱市府的土地有4500坪，即卖遐土地啦吼，一坪啦，将近差不多伫个20万，所以咧吼，即个土地拥有的即金额差不多伫个9亿元吼。啊，即个即个，我头一遍的总结时的时阵吼，已经有提出来要求吼。是不是讲吼，咱这个社会局吼，恁来积极吼，落去协调吼，因为这个占有户嘞吼，剩无偌济嘛吼，啊，这时间嘛已经拖足久啊吼，我拜托恁迄个可能吼，恁这个社会局的时阵吼，对这块土地吼，
爱有负责任嘛，对这个所在爱负责任哦，去协调啊，较紧互遮个人哦来搬徙啊，互这块土地做上界有利用的价值啊，遮个居民呢吼，咱市府嘛会当做些适当的处理啦吼。好，家己员报告一下，这个部分咱已经咧开会研议，啊已经进入着规划，已经咧规划。咱即卖已经伫四月份的时阵，已经一个一个有去甲因做即个家庭访问。偌久会好？应该是咱今年应该有进展。用心一下，好无？好好。即个土地交易的价值啦，吼，啊，遮的居民啦，吼，有需要做些适当的处理，是毋是讲哦？市长来讲一下。桂员，我甲你说明一下吼，就是讲搬迁即个大同平价住宅，也是东区的大林平价住宅，这个是既定的政策。啊，即摆呢，阮的内容吼，就是搬迁的迄个政策内容嘛，已经决定啊。哦，就是讲要安怎来甲因谈的迄个内容。啊，大概议会结束了后吼，相关的单位就会当去进行，实际上跟他们接触，去协调。是了，咱无希望讲伫咱的视角啊，无论这个地方的展望，还是围路、地动这拢有危险性吼。这点啊，麻烦市长吼，伫会后的时阵啦吼。拜托，迄个咱社会局来积极来办理，好唔好？好，好，谢谢。来，迄、那个0206吼，咱即个现款吼有42亿嘛吼，啊，即嘛用起的钱吼，差不多有伫个6亿3000万嘛吼，啊，剩的钱啦吼，当然啦吼，市长，这个人民啦，这个人命啦吼，是用金钱哦，无当去衡量啦吼。啊，咱这现款的吼，直接本色的正式甲市长吼建议啦，咱会当来用一寡个再较有意义的代志，吼，这个现款的吼，发挥上个大的功能啦吼。这我感觉讲哦，是市长你也去考虑这个代志。虽然呢吼，这个咱台南市的土壤异化的问题足严重，这现款吼有可能无多人去一直的吼来甲这工课处理好后，但是呢吼。咱呐对遮个看命宅区啦吼，有一个处理啦吼。人工呐电灯来的时阵嘞吼，应该吼有当时啊，咱买较安心啦。啊，无遮个命宅区的时阵啦吼，遮个住宅看命宅的所在，伊下骹个土壤硬化，啊，当时要电灯咱唔知影啊。啊，电灯呐来的时阵，咱呐无去做这個土壤异化的改善的时阵，咱会感觉讲安那，你敢呐是毋是有足可惜讲，咱这个情况无甲用伫上界需要的所在。这点吼，我拜托市长哦，你完啊，甲咱社会做些说明一下，安尼好唔好？哦，我甲桂议员吼，啊，甲咱台南市市民报告吼。第一就是讲，咱这边的现款，总共募到的金额差不多42亿啦。咱每一笔的收入，拢网络上拢看得到，哈。啊，咱现主席的支出的框的迄个计划已经到20亿了，唔是6亿哦，哈。啊，未来的支出也会在网络上看得到啊。啊，现在就是说，我们所募到的善款，有一个原则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用在跟地震相关呐、啊。那土壤异化的问题，除非是这一次地震造成的土壤异化，不管是其他范围的调查、预防或者施作，都不能够用到善款，都不会去用到善款啊。啊，但是呢，对很有的南区。诶，迄个厝、房屋，85年以前起的，吼，啊，若有问题，大概咱会去甲根据中央的政策来处理。好，再给一分钟。诶，为电灯啦，确实吼有造成一挂所在呢，已经有应用。啊，市长，我是建议讲哦，这条现款啦吼，会当来甲用于土壤异化这个命灾区来带领哦，你较做一个考虑啦，好，好无？迄个我甲各位员说明诶。因为现主席，咱安南区的地动造成的土壤异化算真严重嘛。有现主席已经有看到异化的，对啊，已经造成厝吼起起倒去这款的，咱会用善款来处理。啊，但是其他无的，这边地动无的，咱需要过去调查的，吼啊去预防的。我们会用市政府的预算跟中央的预算来处理。我在讲的意思就是安尼，这回地动衍生的土壤异化，咱会当用这条钱来做。妥善的处理啦吼，卖讲过后一回电灯，过来造成这个问题，来衍生出来安尼。好，感谢。这个
到阮啊中下区内底人吼，即、這个咱要规划两间迄个，即、這个两啊两，诶、欸，到阮啊，再给一分钟，感谢，即、這个教育局局长，咱到阮啊中下区人吼内底，咱有要两班幼稚园啦吼，两班幼儿园啦吼。啊，这两班幼儿园的吼是绝对无够吼。我甲这局长你讲吼，就是讲这个海尾吼、海东、安庆吼，啊甲海尾吼、五土吼，因这三个托儿所啦吼，因今年要报名去读的啦，167个人吼，无才调人去五土，咱市立的托儿所人去读啦吼。所以这项吼，恁伫海淀这个伫高雄那中下区内底恁讲要。这设两班托，这幼儿园哦，这是绝对无够吼。啊，佮一项就是安那安南区差不多伫个20万的人口，地方拢希望讲会当有一间职业高中啦吼，和地方嘞吼，即个子弟吼，唔免过去到台南县原地台南县这边，还是来到市内遮吼，来即设立即个去读即个职业高中吼。啊，底下吼，我那甲市府做些建议。好，谢谢，谢谢郭清华议员，我们也欢迎这个台南市渔权会哦，啊，登记请魏宜平咧拍平落咧，哎，欢迎你们啦、啊，谢谢。那我们请那个张世贤议员，谢谢你，拍手。别啦，别啦，安尼挂，安尼挂，慢车，哎，还袂讲个呢，啊，都袂走走五秒去啊，哎，主席啦，还袂请滚个呢。请我干预啦吼，那无要时间的关系啦吼。赖市长，咱东山里吼，东山区东山里吼，有一个行贤桥啦吼，行贤桥啦吼，这咱和平街行贤团吼来做的啦。啊，迄阵要做的时，有拢含咱市政府相关单位拢有协调过啊吼。啊，即马讲恁市政府迄个引导要来做嘛，这嘛是你嘛讲引进这个做社会资源吼，啊，这个行政团来做吼，你嘛讲拢要配合嘛吼。啊，阵啊拢有含农业局拢讲好啦，啊，即摆人桥做好啊啦，桥做好啊，我也甲秘书长反映啦，讲啊农业局的啊是安还袂签落来啊，啊，即摆讲有意见啦啦，啊，你个看要安怎？是碰到啥物款的困难？我无了解呢，是土地取得的问题，还是安怎？迄拢无问题啦，真就是拢协调好啊，拢协调已经拢协调好啊啦。协调好啊，即马要做吼，都关门都唔签出来，即马去讲啊有意见啦。我那个丁议员，因为你的时间也宝贵吼，原则上咱就照原来讲好安尼。好，好，好，好来，啊，过来吼，咱咧甘蔗二号桥啦吼，甘蔗二号桥，因为年久啊，啊，迄有呐几啊十栋啊，啊，真有呐路面有呐，迄个桥面呐无宽啦吼，啊，已经啊含这个和平地行政段咧讲了，要来做啊，啊，同意书啊拢登了啊，啊，恁迄个也做。干部局个也拢有去勘察吼，啊，我是希望讲，即卖因也动工了，来是希望讲吼，阮也配合迄个工程吼进度吼，莫讲搁弄遐久吼，啊，关节差遐济啊，无啊就通往哦，安尼就唔好啦。好，这部分吼，我甲干部局了解者，好无？吼、哦，好啦吼，迄、那拜托你啦吼，因为对电影哦非常重要啦吼。另外吼，咱这个东山。东城甲东中哦，伫市区内底啦吼，含一个活动中心嘛，拢全无啦。啊，即摆只李定含李明哦，那咧拜托我啦，啊，我是闹提案啦。啊，遐有拄啊有一块迄个教育用地哦，即摆迄块也已经无用啊，咱市政府教育用地啦。只啊希望讲哦，咱罗市长啊，一个所在遐宽，连一个活动场所拢全无。吼、哦，要一个庆典，还是讲要娶某，要找一个所在，拢总无。啊，遐也无大型的餐厅，只有用这个，迄、那个也是活动中心尔。啊，咱公司活动中心讲要另外他用，也唔招人啊。啊，所以讲，因遐建议遐讲哦，处理，我是希望讲啊，市长啊，该建议一下吼，遐、哦、实在实际上爱有一个活动中心啦。这点卖个张议员小抱歉者吼，因为咱总是财政有限嘛。所以咱治水啦、铺桥造路吼，啊交通这咱排较优先啦。啊，活动中心咱是放咧较后边。马健，杜伟讲伊效益真好，啊，我会请民政局吼，等局长才来跟来评估。因为我讲咧，遐侪人口吼，含一个活动中心都无啦。遐百姓吼要办一个活动哦，吼含要招，像讲假装你讲要办一个
迄、那个也做戏演的哦，到也做外口安尼，敢无拍死？安尼好无？阮国评估看卖，那总讲真正条件袂歹，阮会送内政部来争取。好、哦、好，好啦吼，这就拜托你啦吼、哦。啊，另外我讲吼、哦，咱这北湖区吼严重吼，有一块迄、那个多罗国社翻管业弊就对啦吼。吼、哦，多罗社这个迄石碑石碑就对啦吼。这是伫迄个1769年，到即阵啊，安尼247栋啊啦。啊，迄时当时是兵部所吼，迄阵拢讲是伫啥物所在以南，啊，啥物个以北，啊，所在靠一个，迄就是讲兵部所个。啊，即、這个石碑吼，已经有出土啊吼，人即啊讲要搁另外所用一个所在要来，啊，重点要搁来徛即个石碑啦吼。但是吼、哦。迄、那个讲讲个啊，讲要建议讲地方人士吼，啊，主啊，特地吼，过来成立啦吼。啊，地方人士是指啥物人啦、啊？你讲这个呢，是我无了解嘿。哦，对啦，啊，因为这吼、個，业这个247栋哦，这是跟这我感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迄、那个吼、哦、文化资产呢。吼、哦，就比写个乾隆14年个呢，吼、哦，到这阵已经吼、哦。有够久啊呢！安尼好无？我请文化局甲你说明一下好无？啊，伊我讲伊说明，伊就讲要建议地方人士哦，找土在找所在要搁建立啊。啊，是变哪样？啊，所谓地方人士是啥物人啊？有闲我来报告一下啦吼。你拄我讲的应该是属于汉番界碑啦吼，汉番界碑啦吼。啊，当然这个有正重要的这个文化资产，参地方的这个意义啦吼。啊，这個、部分啊，偶像吼。我会请学者专家去了解一下，如果这个碑要重新立碑啦吼，而且讲要采看什么所在较适当哦，即爱考究一下，即爱研究一下啦。啊，即会从地方人士、耆老吼去做块口述了解一下，哦、喔，看因对这个石碑过去的历史，还是讲徛的所在是唔是有寡啊过去的印象，还是老一辈啊安尼一直传落来，哦、喔、啊，看来文献委员会、欸、做一个确认啦。我讲咧，恁这恁是。我已经有建议讲啊，做地方人士安尼，但是你拢无进行呢。我是咧提醒啦，你唔能够当安尼牵牵人啊补河山啦。哦，关键应该安怎做，关去处理啦。好，我哦，这非常重要啦。那表示咱的边部上哦，实际上都有这个这边部上的存在啦。所以讲你签未过，就是含遮拢无咧注重啦。啦你听有意思无啦？这咱正重视这个部分啦。好啦，你就赶紧去处理一下啦，吼、哦、啊。这个市长，咱地政局啦吼，讲测量啦吼，安那测量唔知啦，所有宽政有啦，找无土地啦，啊要怎处理啊？这点请地政局说明一下好唔好？即马就是找无所在啦，啊，确实也找无所在，人有迄、那个有迄个区分的呢，有迄个分社，啊那无是毋是爱赔人？诶，可能早期迄吼，早期有可能有土无铺，还是讲啊，早期嘛未使讲切无。所以我来讲往前去追溯啦，吼，追溯说吼，到底说早期这一个吼，到底是这个地号是怎么来的，吼，怎么来的啦？是不是有经过其他的变更，或是说其他原因会造成说有不无土这个情形啦？哇，迄、那个有定啊？人这迄个电信处拢到恁遐呢，恁拢无得过门呢。好啦，我来来处理啦，吼、哦。迄蒋家当林国华林老师的土地，那先人吼、哦，啊有迄所有权证啦，啊找无所在啦。嗯。他迄个地震这时阵啊，找无所在通予人。哦，我希望讲赶紧去人处理一下啦。好好。哦，这应该无啥问题啦。阮北湖镇北湖区吼，上重要的是温泉，而且做产业啦吼。啊，咱这个环保局吼，有听嘛？你讲新闻讲叫人讲污水处理，啊，你敢有了解？迄个污水的情形是安怎？你讲讲叫人来设立个污水处理厂？甲议员报告啦吼，因为咱水污法更新。重新修正了后，伫饭店超过一个规模，爱处理污水处理啦，嘿，我讲你听啦吼，我唔是反对讲污水
处理无处理的问题啦。好，处理是本来处理啦。但是管得也紧哦，这个女管女管哦，诶，北地拢用甲好势力啦，你是要叫伊个威，大家这个业者要搁叫伊威来说，污水处理伊哦，是要威倒地啦。我是安尼啦，我咧建议啦，我来市长，我讲你关心一下啦。我甲市长哦，我讲我一个予你好个意见啦。伫本身哦做镇长个时阵哦，都提一个意见啦。咱个管咱遐有国有财产局啦，个土地啦。咱哦是毋是哦，招业主大家共同吼、哦、来协调一下，因为即、這个咱管咱遐即个做温泉哦，是泥浆个啦，泥浆个。沉底啦！啊，几啊百年来啊吼，迄条溪咧流都无感觉安怎咧？你即话你搁啊规定讲话污水吼处理，啊，迄种个污水处理池内底，迄沉底吼，啊，你搁迄无足慎重哦来处理吼，到尾啊，迄水是要哪用？啊，你若讲要挖到因女舍个边啊吼，迄暗黑网也着甜啊，所以讲这非常个重要啦吼，爱慎重处理。我希望市长啊，你关心一下啦。哦，甲招开车做业主哦，大家沟通一下，应该是安怎较合理？啊，使用者付费不要紧，吼、哦。啊，看讲这个，咱就用国有财产局的地，啊来承租，啊是讲要安怎甲处置，来做一个较大型的这个污水处理。安尼来哦，大家捡来，啊，安那我来处理啊。你若各自为政哦，一个吼、哦、去用哦，啊，迄个女社哦，这个业主哦，啊，温和些啦。这点我请环保局跟观光局来做。再给一分钟。我交哦，那个环保局去研究了吼，也跟观光局去研究。我头拄啊，甲市长吼，本时建议你的哦，都是地方需要的啦。是啦，是。哦，那无我不爱讲啦。啊，我若介认真啦，我拢有那含顶吼，啊，有含只行善团啊啥吼，人伊也足认同讲咱的做法啦。所以讲哦，你也讲。好、哦，给他配合一下啦。好、哦，啊，感谢你啦，哈、哦，啊，谢谢哈。吴小主演，站队啊！我们谢谢那个张世贤议员哈。有啦，但你好、哦，那请那个赵坤元议员哈。啊，原则上我们就不休息了。那如果主管呢要上厕所的话，就直接来打个招呼，就直接上厕所。原则上我们就不休息了。啊，请那个赵坤元议员啊自由发言，时间为十分钟。好，谢谢。感谢主席。咱啊市咱市长哈赖市长啊，甲市府啊所有的啊团队哈啊，包括咱。啊，今日采访在记者先生哈，啊电视机的啊台南市民哈、啊，大家午安，大家好。本席直接啊要来对咱一届哈啊，这个《中华日报》啊所报道的哈，诶、啊、房屋税啊调整啦哈，诶、啊、心意啊议会，阮议会哈啊有两位同仁啦哈。啊啊，去担任着即咱市政，咱市政府即个审议委员吼。啊，本来我嘛无唔敢相信，啊，是安那咱的议员会当去参加啊，咱即个审议，即个审议委员，即个房屋税吼，的起价来做背书啦吼。啊，我有去看迄落法规委员会啊，才了解啊看吼，竟然有影啦吼。
有议员会当派两个做代表，吼、哦。啊，伫这个，我的感觉，这两个当然啦，吼、哦。这两个当然真应该受害，应该伫咱台南市，哦，可能也讲到起房屋税，这两个，吼、哦，我看应该嘛唔敢正面站出来讲，要伊有去参加这个会议。好、哦，我是讲啊，对咱财政处啊，咱市政府即届即个房屋税的起价，害阮台南市议会的当仁不义。哦，因为伫咱即个房屋税要起价，这是咱市政府、咱市市长你的裁量权，好、哦，伫你的裁量权就 OK， 何必要去拖这两个议员？啊，去再倒一卡，吼、哦，这本身一个感觉讲，一个球员兼裁判的人，吼、哦，在做这种工作，应该无适合，吼、哦，在这种背书啦，吼、哦，已经超越过啊，这个议员的职责，因为咱台南市这个地方税，咱市长啊，所有的团队绝对有权利来做调整。会当来做调整，吼、哦！阮你看這，即个在咱议会，敢有人对恁的起价来做一个批评？无吧，吼、哦！应该是无带恁做批评，这是地方税，恁会当做裁决。只不过恁爱向台南市民的交代，是毋是咱起价？吼、哦！咱即个房屋税，它调整安尼有符合着台南市民的需求无？吼、哦，这是较重要，吼、哦。而且本身吼，是要做交咱市政府做一个探讨吼。咱中华日报讲，咱有40几亿会当有这个收入，有当来收入加收入40几亿，吼，伊本身都算出来啦，吼，是安尼啦，吼。咱第一档调整54%，哦，打7折，拄啊好。加150几块，吼、哦，咱也以2000算啦，吼、哦，加一百几块。第二年调整70%，吼、哦，调整70%，拄好加1078块。第三年加8折，吼、哦，调整6.5，迄、那个加八，那个调整8%，拄好加4000几块。安尼起来拄好咯。一间厝如果2000块的，要交9000几块。本身若算出来，多好加18亿外。是啊，咱中国咱外口会讲，咱即个咱台南市政府会当税收加40几亿。吼、哦，这是大家算法啦，吼、哦。我是讲市长，咱20几岁，即摆20几岁，卡包括30几岁，伫90年代，吼、哦，90年多去贷款买厝遐。遐个当爱经济压力遐尔啊重，吼、哦！伊本身爱立贷款，第二伊爱抚养事实，伊个压力真正重。吼、哦！咱如果用安尼啊调整个时阵，是毋是因对因在即群少年人一种冲击？吼、哦！一种冲击啦！啊，咱安尼起来，咱爱负担9000几块，安尼起来都要拢总起9000几块啦，到第三年。好、哦，市长，既然咱台南市就咱财政处这边遮都有咧讲咱都有打折，不如打折，伫你任内有打折咯。好、哦，市长，这个表你也看起来，这个表是你任内有打折，你离开台南市政府都无安尼，三年过都无安尼，这是安怎做法，我都未清楚。只不过今仔日伫遮在做一个呼吁，在你做一个呼吁。是安那疫情三年，你这三年你落任了，都无打折啦。好、哦，这是不是市长你爱台南市民做一个说明？哦，感谢赵议员的关心吼、哦。咱即摆迄个台南市政府哦，我就算做市长啦，其他的县市长同款，无权利单独决定讲房屋税要增加偌济。依照法律的规定，要经过不动产评价委员会的会议啦。啊，拢共15个委员，议会推派2位。
那这两位议员在会中吼，不断要求第一，哦，袂使去，所以伫103年无去。啊，这两位议员有哪样？市长，你市长，我是感觉卖个假水啦。诶，愈标愈乌，因为安怎讲咧？这两个讲一时间，伊含出来听信议主讲，市政府要把好事要起价，我无赞成。刚刚咱媒体已经拢公开来啊。咱103年无。好对哇，唔是啦，市长，迄卖个假水，这完全拆两块伫你的身躯顶。吼，阮无甲伊计较啦，吼。只不过是讲，阮要打，阮台南市议会啊，拜托朱先吼，朱先，你台西一个啦，吼，是毋是讲即个以后，吼，以后即个议员，咱当然要来参加咱市政府遮啊，遮审查做委员，是毋是爱考虑一下，啊，是要来送互大会，来大家再当然来做一个讨论。啊，朱先，你讲安那？无啦，我是要讲咱议员呐，咱议员敢有适合去参加这种啊，这种要加税这种审查会啦？这个是应该是尊重市府啊，是不是有留这个名额给台南市议会的？对啦，啊，进啦，进了两个议员啦，我请问啦，两个议员名声敢有公开？真啊！我出去后，人咧问我啦，讲我叫你同意的吼。啊，安尼要如何？诶，进前的工作，你真问我，我嘛无法当甲你应的。哦，啊，是毋是讲会当上大会，大家清楚一下，来约束咱议员，无必要去背书这种工作嘛？好，敢是？这市政府都有裁量权，咱何必议员搁去背书？赵远，这个要尊重台南市议会的议长的权益，这是他的权利。啊，迄当时毋是我，所以你问我无当甲你应。啊！你既然问我，我有这个权利，我当然会啊！你做安尼来做吼。哦，啊！那由市政府决定就对啦。啊，议员随在，伊要去加入唔加入啦？安尼。对啦，尊重。哦，无就安尼嘛。好，市长。另外，张议员甲你说明了，你头拄迄个计算吼，公式有点不对。嗯。哦，因为咱无讲1.65没有再乘第二年没有再乘1.65啦，第三年没有再乘1.65，再乘1.81。是没有这样子算，那你基础拢是今年，哦，今年啦，所以是1.54、1.65，啊来第三年就是1.81这样子，好，这个可能计算有点错误，嘿。不要紧啦，我至少我要答市长你讲，你甲既然算到第三年，你都三年了后，吼，都无打折啦嘛，好，都恢复安尼嘛，已经你也落任。好，互我会感觉讲，啊，咱团队是要伫你任内，感觉讲啊，你做个安尼，以后佫照就无打折啦。哦，这个你嘛是爱三思啊。迄个赵议员甲你说明者，因为根据法律的规定是三年爱调一届标准房屋单价。对啦，三年调一届，你即摆就是讲三年。我的任内是安尼调，啊，后一任的市长伊有权利佫做另外决定嘿。哦，就反正啊，总是就是讲。今仔代你提醒，嘛是爱吼爱市长你吼伫即个税收的方面，唔通造成民怨，好，唔通造成民怨。百姓会质疑讲，啊，是安那三年了，你就任都无打折，多谢。好，百姓会感觉就是感觉安尼嘛，市长你就是家己即个念嘛，讲你当做那像你做好人，吼，啊，尾啊放好。再给一分钟。好。啊！你都时间够啊！好啊，谢谢啊，谢谢赵委员。那我请那个郭秀珠议员。多谢啊，咱大会主席哈，啊，咱新闻媒体各位小姐、女士先生哈，啊，市长各位团、各处局长哈，现在本身节省时间哈。对于这个房屋税哈，我是有一个建议啦，慢讲吼，即卖外口一定大家拢足惊啦，一睏就起价120%啦，是不是慢慢来调啦？这是我的建议啦，哈啊，拄啊朱县吼，我感觉伊对于迄个赵坤元议员吼，伊的答复吼，我感觉有较一点啊，我含我伫下骹，我感觉讲伊敢若无甲伊的迄个赵坤元议员吼，所有伊的想法，啊，甲伊希望伊的建议，吼，啊来改做一个解决啦，吼，就安尼打过去吼，我感觉安尼较无合吼，社会局长，我想要问市长吼。咱的巡守队，伊是代表什么会？
是民间的组织啊，协助咱台南市治安的工作啦，嘿，巡守队嘛，嘿。尤其是即届真正真侪巡守队，包括里长，伊有在甲我反映啦。咱的市长你请坐啦，哈。咱的巡守队伊办一个座谈会，就是表示代表嘛是配合咱分局治安的宣导，佮包括是登革热的宣导。大家拢知影讲，巡守队若要挖社区，因根本拢无经费，因根本拢是出钱出力，伫个为地方伫个服务。结果咱的社会局长办一个宣导，你竟然甲因争取一个30,000块的预算。你看都无看，你可能看到讲，这可能郭秀珠给伊送的，你一睏就给伊删掉15,000块。你敢买因巡守队有偌辛苦，无眠无日出钱出力，帮忙咱市府，吼，伫咧做治安的问题，包括个即个登革热，也帮忙咱卫生局伫咧宣导，看要安怎预防。结果咧，我唔知影讲市长是毋是有即个决定，还是咱秘书长啦？你社会局、社会补助是偌重要？你敢问啊？你是整个管理台南市所有弱势的，结果你无讲无答。议员只有是一个建议权，秘书长甲市长应该是知影嘛？当初是没有上限，没有下限，结果即摆议员有50,000的建议权，你归去你今仔日我即阵刷你看报纸，你甲所有咱台南市民讲，你要办活动，还是你要办宣导？就是讲每一个议员50,000的建议权，就是25,000，你上半年度会当用，下半年度袂当用。公文去到你遐6个月较批一届，你袂感觉安尼唔对吗？咱的效率遐尼慢吗？人活动拢办了啊，结果你经费改减，市长你敢有受关爱安尼做？我请问市长，市长你感觉伊安尼做对吗？即摆我唔知影即个活动的内容啦，活动的内容就是巡守队办的。老师讲巡守队去办登革热的宣导。啊，个什么宣导？你头拄仔讲。啊，个治安的宣导啊，你巡守队就是这两行通个做啊，伊拢是为着规律的啊。跟治安的宣导，啊，另外伊用什么形式去进行？伊照社区的名义，啊，伊你巡守队一定爱挖伫社区啊，伊无社区，因巡守队因就无一个所在。我意思是讲，伊是办啥？伊是办迄个。办座谈会啊。座谈会。对啊。这个我。啊，因为我是干嘛讲吼？是不是市长？自从我顶届即巡山。咱的社会局长，我无看到伊有联络人。甲即摆，伊迄天我即阵线伊嘛点点，所有拄啊迄天社团的经费批来，阮只是建议权，市长迄拢嘛是帮你咧做啦，对不对？我是感觉讲声音嘛愈侪，对市长嘛唔是好啦。啊，我唔知影讲咱的社会局长，伊到底是唔是为着讲顶一届议长的选举，啊来底造成即落派系的分裂？还是讲看到，无共党的议员，啊，伊争取的无算，啊，伊就是无要批，啊，无就凊彩拍折。人活动已经办了咧，市长你请坐啦。所以局长，我想讲，互你讲一下啦，互你一分钟讲一下，慢讲拢无互你讲啦。你安尼敢对？议员，我想无你讲的这个现象啦，吼，啊嘛无讲，因为无共党派还是啥物货，无这个问题，但是吼，针对。所以，局长来，你是社区发展协会的这个补助，我希望讲无即个讲党派，你先点点。咱拢是照即个建议啊，但是咱有即个额度。建议我收到的，不叫建议啊。不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通通照每一个议员的建议，因为我们有固定的一些经费的分配。人家都是有50万的建议啊，你无办法，你来看不着我们的那个调度，咱的经费是爱调度啊，所以讲咱。足侪协会，吼、哦，咱有几啊百件的协会来争取，啊，所以讲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吼、哦，这个部分绝对是、啊、是拢照咱的经费的调度。你讲恁有规定上半年度25万，下半年度25万，我们都是照那个经费的调度啦，啊，尽量能够。啊，你唔得爱甲咱台南市民讲，你唔得爱甲所有里长讲，咱小区讲，照这个经费的调度。你经费调度，迄当早就偏好的啊。啊，不过嘛是爱调度。我是不是讲啊？无你是不是甲咱市政府要求啦？要求所有啦，你社会局的补助啦，拢爱调度啦。
叫所有社团啦，莫来你遐真真心补助啦。是今年这个调度应该是旧年嘛是拢安尼甲议员报告。较早秘书长伫个无安尼哦。有啦，嘛是拢经费的调度啦。秘书长较早敢是你做局长？嘛是拢经费的。那有可能讲初一办活动，正月办活动，六月较半经费，较有过无过，这种实在你的嘛。我唔知你的权有偌大啦，不过我希望你予台南市民知影啦。见到干啦，你社会局干啦，你一个局长尔，剩下拢唔捌看到半个联络人。你干嘛人去环保局、迄落卫生局、地震局，不管是人伊就会问讲议员，你讲有啥物问题？啊恁呢？你安尼是加予咱市务困扰，加予市长困扰啦，加予市长做派系啦。感謝我是讲，你莫阁停留伫个议长的选举啦，选举过就好啊啦。我想无安尼啦，真正无安尼，即摆就做明显的嘛。哎，无啦，经费的调度。社区办活动，顺手伫办活动，办座谈会嘛是替恁咧先导啊。咱拢啊，太当你哎，阮家无啥物选手队，你是调度你啊洪灾啊。社区发展协会啦，社区发展协会。局长，敢讲几句啊？你嘛总爱讲，你来头前讲啦，你过来，请你来头前。时间伊还袂过来，甲我停诶！你来头前讲啊，你就爱讲，因为你伫遐话哦，我嘛看也解袂清楚，请出来啊！局长，局长，我感觉你嘛真皮呢。这是议员的建议款，你唔要甲议，我唔知别个议员吼要做爱自己啦。你少尊重一个议员的啦，议员有建议款，有监督权啦。你唔是这期定期大会过，你后一回定期大会是要心无神嘞。那安尼你就含市长参详嘛，含秘书长参详嘛。以后议员的建议款，包括社区，包括农路，包括建设拢无嘛。你安尼做袂事，你拢爱调度。什么叫做调度？本来咱就是有这个经费在给社区办活动啊，给巡守队啊，给警察局啊，办座谈会啊，办宣导啊。我希望我的建议啦，吼、哦，人若是活动办去啦，公文去啦，你是伫迄人还袂办活动的进程，公文共批转去啦，安尼嘛较合法啦。申请办活动，你是会去查的呢？伊若无办是违法的呢？啊，伊即摆办办的公文来到你家，你甲囥六个月，咱的效率有遐尼慢吗？咱敢有遐尼慢？无法度改变吗？你嘛当作议员咧质询，敢那啥呢？你嘛无咧尊重啊？小看小学恁头前边啊周边的局长小学一下啦，我足少伫这个议事厅含议含恁的局处长袂拄好的啦，我嘛唔知你是安怎遮尼靠山遐尼大啦，议员有50万的建议权，你着予伊要3万年度用完，那是伊的代志啊，啊人若下半年都无要办活动嘞。你可以共控制讲，顶半年都会当用25万，下半年都会当建议25万，迄钱毋是你的，嘛毋是阮的呢。其实，警察局长、局长、市长，你伫咱这五年外，民调拢是第一名。议员，咱的局长会走得啊啦？我都还袂讲煞，是安怎好对？你即摆是安怎？哎，你去考虑，去考虑。你拢要做好人。偌济议员去甲你讲，甲你拜托，甲你投，你嘛拢点点。尤其是社会局针对咧分派下啦，各局处的局长拢含议员真好。即使局长，咱的警察局嘛是伫这几年也是拢民调第一的。我真正有一点仔担心，讲局长后过要退休啊。再给一分钟。毋是会当讲含市长同款，未来后壁来的局长。会当含咱市长同款，含咱陈局长同款，民调拢会当第一名。这是我的希望啦。啊，我是希望讲市长，以前不管安怎，真侪议员，不管，其实我即摆算算的啦，包括民进党嘛，过来派啦。市长你的人，我真正足烦恼的，唔爱剩偌济啦。啊，我是希望讲，一定会当结束啊，莫搁伫遐冤啊啦。啊，我也希望讲，
社会局长，你较尊重议员一点嘛？议员的建议，我相信讲伊毋是歹的建议，嘛是为地方、为着市长的市民呐、啊，啊为着市长所有的咱这百姓，伊的福利啦。啊，其实因咧拢是替咱伫咧帮忙的，根本毋是讲呀，因争取这钱哦，争取办活动，出的钱要去啊第一啦第啊，根本都毋是安尼。你感觉一个里长伊有偌艰苦？伊爱阁帮你社会局。到照顾迄独居老人，登革热的时阵，你了爱搁去抓药啊？好啊。好，谢谢，再给一分钟。甲你走开啦！那毋是有你了，就无巡守队通来配合市政府，啊，通来配合警察局治安的问题。所以社会局长，因为我甲妈讲哦，你啊，可能你的团队伤少啦，啊是咱无法度对你啦，太剩你一个人啦。我希望讲，今仔我的咨询所会当改善啦。我无希望讲伫这个艺术厅吵吵闹闹啦。好，谢谢。那局长请回。那财政局局长，财政局长，那个社团的经费的话，尽量给充足了哈。无社会局也感觉讲啊，经费无够。啊，财政局的话尽量啊。啊，我们请那个赖委员一言。谢谢主席。那个。今天十分钟的自由发言，首先我先针对了我们环保局哈，今天在已经六月底了，登革热的整个防疫的那个作业进行的如何？谢谢议员的关心，我们就从这个现在进到酝酿期，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整个局已经动员起来。所以局长，你已经做好了非常好的一个缓缓的准备。不管是在民众的部分，它的环境清洁，还是在区里的那个喷洒农药，喷洒那个消毒药，这些作业，我们各有分工。你觉得你已经全面管控了？不管是卫生局、民政局、环保局，对不对？你有准备好了？就是各有分工，然后各有分工，分工所以环保局准备好了，对不对？可以这样，我们是一直在努力了，好。局长是在基层的喷药的作业，你们都委托给什么样的一个代表来处理？最基层，最基层的，就是针对了登革热。您是说，您是指针对了登革热的一个整个喷洒喷药的一个作业？如果户外的部分达到某一个程度，是由我们环保局会自己来执行。是，对，在。室外的部分，对，那谁帮你来执行？就我们的清洁队员。你的清洁队员，那清洁队员谁来带？清洁队员是不是你到了基层一定要有人带啊？他不可能就是说你今天叫他到大红里去，他就会到大红里去处理、啊。是我了解意思了，对不对？是我们。所以说，是不是应该要由里长来带？我们基本上都会。那里长是不是很重要？是是。好，那局长是现在在室外喷药的一个作业方面。我们面临到了一个困境，你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困境吗？我们区里的喷药作业，整个药的一个请领的流程，是不是从环保局到区公所到每一个区队，是不是这个样子呢？再由区队再发放给里长，是不是呢？当然就是这个样子，好，可是。现在你知道基层发生了一个问题，是，请说。什么样的一个问题你知道吗？我也打过电话跟你反映。是。就是说，在里长的部分，其实里长他们习惯是一个热喷的一个喷药的作业，可是我们给的是一个冷喷的药剂，那怎么办呢？即使我们在市政会议里头，我们不断的宣导，环保局也去宣导啊，告诉里长说。我们今年花了是一个冷喷的药剂，所以就是说要从冷喷的药剂里头着手。可是效果好不好？局长，效果好不好？到目前为止，执行上是还很顺利啊。什么顺利？你这自我感觉良好。新营区29个里，几个里跟你请领这个冷喷的药剂？是。两个里呢？29个里，两个里给你请领呢？那你有没有去检讨呢？怎么办？你没有办法落实啊！
我们还是以冷喷为主啊。对啊，可是问题在第一线执行的里长里头，他喜欢热喷的一个药剂啊。当然，我跟你讲，热喷就是那砰砰音啦。因干嘛讲吼？这个有切实去消毒到了。可是你做了这么多的一个宣导，然后。李长无法度适应啊，安尼要安那？伫北山无法度适应啊。嘿，我嘛是爱请阮的同仁去甲李长说明啦吼，咱无法度。你已经说明现在已经到六月底了呢，你要在整个大流行的时候，你再去正视这个问题吗？不是不是，热喷有热喷的必要性啦，但是热喷的效力其实可是五分钟就结束了。说实在的，里长普遍就是说趋于他喜欢是热喷的一个。喷药方式，那你给他冷喷的药剂，啊，你要叫他去做热喷的一个效果的处理，那当然是一定是没有效果的啊。那你冷喷的药剂，你可以热喷吗？当然也不行啊。对不对？这边我跟议员报告了哈。所以哈，我想哈，秘书长这个问题哈，已经哈持续哈，我已经跟环保局长哈反映了三个礼拜了哈，那还是一直在基层哈绕，为什么？民政局也要注意啊，因为里长不愿意动起来啊，他认为就是说你给我的药水不是我要的啊，我想应该要协调一下，在第一线的防疫工作就做得不好，那怎么办呢？局长，药剂不对啊。这个赖议员，我来跟你说明一下哈。里长哦，他是没有能力喷热喷的。对呀、啊，他要去故宫啊，他去故宫，可是我们环保局给的是一个冷喷的药剂啊，啊，大家等下地里弯给地里弯给，光是那个稀释的那个一个倍数，两个就这么搞不拢了啊。所以市长，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怎么样两方去协商啊，好不好？现在是这样的哈，因为这喷液也是一个喷药，也是一个专业。不能够、啊，不能够以里长的喜好度，不是里长自己喷，他们也是故宫、哦。我知道，我一说不能够以里长的喜好度，那还是要根据环保局，因为环保局他接触的单位是疾病管制署，这大家有这个专业的意见去进行。那当然去给你有条件了哈，我简单两句话跟赖院说明。第一个就是讲，咱四月份的环境喷药，过去只冷喷，我们今年有加热喷，然后呢10000块一个里。这个大概四月份都已经完成了。是。那另外呢，我们未来哈，我们有跟环保局、卫生局持续去监控那个斑蚊的密度。如果斑蚊密度高到一个程度，我们还会再进行一次。是。所以说，市长这么多的一个矛盾点，我们要去重视，怎么样去跟里长做比较好、妥切的一个沟通，让他们是愿意帮忙的。好。我们会再跟他说明。那个局长，你请坐哈。那个市长，我想前面几个发言哈，好像气氛有点凝重哈，我要带来哈一些比较好的信息。今天农委会公布了，就是说我们台湾就是100个新农人，你知道我们台南进入了几个吗？进入4个。市长，这边给你恭喜。3个人，4个团体了。6个团体，我们抢进了3个团体。好，然后我们有4个个人的一个新农人、新农业入围了。我想在农业局花了一年，只有少少的70万，可是我知道你做认真呢，你伫每一个新农人的一个表扬的一个哈那个典礼上，还是说所有在农业的一个鼓励上面，你都踊跃的出席。所以我想，虽然开金少的钱，有看到一个足好的成就，这个是好事。这个我不敢鞠躬哈，这要感谢我们农业局许局长跟他的团队花了很多的功夫。在推动新农人政策，我非常感谢他。谢谢，也是要跟市长恭喜啦，这是咱台南市的好代志哈，因为我们是一个农业大事哈，可以拿到一个这么好的成绩哈，确实是不容易哈。所以农业局，我想新农人在我们整个台南市有678个，就是你登记有案的。那在去年，我看你的书面资料，你的复耕面积已经超过了1万公顷了，对不对？从50000多哈，已经降低到19000多。所以说有115个人，他们在年收入已经破了100万了。对，对，安尼其实是一个足好的成果。局长，这么好的一个成果，可是我们欠缺了一个农路的维修，不管是地震局、地震局长，我想在今年度你的农路。
农路推出来，你讲有几条农路爱征收？224条嘛，哈。今年你的保分地震局的部分嘛，哈。那你编了多少钱？你编了1.6亿。1.5亿，这个1.5亿。对，224是四亿，算1.5亿了。好，是好，地震局长你请坐。农业局长，今年你还有多少农路没有维修？我们年度的编列啊是1.6亿了哈，1.6亿，对。那现在我们核定了2批，没有，局长，我要知道你还有多少农路没有维修。这个你的农业政策推动了这么好，都是靠这些新农人，扣下少年人用他最自然的一种耕作方式，然后透过一个网络上的行销，拿到一个这么好的成绩，可是。你要知道东西种出来了嘿漏漏等的不管是我们的水稻我们的农产品你种出来了以后你还是要透过农路来运输出去啊！啊你如果像前几天这种强降的及时雨要怎样我们的农路破损不堪啊！地震局有224条你的部分还有20000公里没有整修要怎样当然是每一年编的钱永远都是不够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大概我想不管就是说在地震局在农业局里头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农业的成果可是我们的基础我们的农路那实在是破再给一分钟再给我一分钟你们一定要想办法到中央去要钱啊拜托你们，每一次就是这样子，拜托你们，干好。好，我们来努力。当然是好啊，不然要怎么办呢？谢谢，罗局长，你请坐哈。卫生局长跟那个市长，让我先讲。那个，我想跟那个卫生局长跟那个我们的那个社会局长哈，就是针对的我们那个我们的远距的那个医疗哈，在这一次的那个智慧城市里头哈，我们。在工业局他负担的一个云端的一个血压机里头现在面临到一个什么样的困境哈局长我大概也知道就是在建制的方面还有 call center 他的上端的一个哈后续哈都没有办法就是说顺利的来完成它那怎么办呢他们现在硬体的建制比较没有问题那服务的人数还要再加强，这可能要跟一些民众做一下协商。那至于他原本跟工业局的计划就没有 call center， 不过在内部会议市长有指示，那目前远传有释出善意，他们会做一两个点的比较微型的 call center 的示范的计划。那我再给一分钟啊。料好不好？好，会后请你给我资料。我们现在在跟他协商。那个卫生局跟社会局，请给我资料。好，谢谢。好，那个一个 PowerPoint， 好不好？农地跟农地那个经费，好不好？好，好。你看一下、這個。来，回到那个农地的那个经费。这里。对对对对。对。你看哈、哦，借赖议员的资料哈、哦，我们农业局105年编了1.6亿，过去县府时代大概是7000万-8000万。那地震局呢？今年也编了1.5亿，就3亿元。那我们台南市政府公务局一整年的路平专案也是3亿元。市长，你就可以看得出，市府财政虽然困难，对农路农地是非常关心的。市长，那你的要求，我们多争取预算，这个我们会去做。做一个重申哈，因为当初在没有合并以前，虽然农业局只编农业处只编了7000万，可是他们在县长他自己而那个就是范围，再给30秒，一算好，然后31乡镇的乡镇长，他们可以透过他们自己不同的一个人脉，再去中央要钱。其实我知道你对农路的一个用心，可是局长够哈侪哈拢是不够啦。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哈，地震局跟农业局哈再加把劲，因为农民。是非常需要照顾的，那也知道你照顾农民的一个决心，好不好？市长，拜托。这个中央的预算我们去争取，不过过去的县府跟乡镇长没有花你刚刚讲的那些钱在这上面，因为我们是看决算的。好，谢谢，谢谢那位议员，我们请那个蔡秋兰议员。谢谢，大会主席哈，让郭议长
市府啊，市长，各位团队啦，吼，那那局长，我接下来无外时间吼，你家，我要请教咱社会局啦，吼，离咱合并了因为咧，市长有一个口号吼，全面服务啦，吼，是市民的幸福啦，下一张，因为。有人来到本社的服务处建议，听说了那个刘局长上任了后，就把政策推翻了，就是讲有这么多社家科、家暴中心、国民年金常住，还有长照中心啦。我要你家局长，你要注意一下，听讲。你家要全部要回归原点啦！我唔知影讲，咱的前的代表会的这个空地空屋，咱会当来做遮侪代志。一个在你的手上，听说全部都调回去，剩下两个，造成地方要服务的拢无方便啦。我唔免让你代会回答，我要让你私底下。我要邀遐个民众，甲有关单位来我扶持，啊，要邀请你落来者，你请坐。啊，本少只有一张公文吼，咱个工作人员拜托一下。美女，啊无，我着亲身摕予局长。你那个服务人员在做什么啊？太离谱了吧！那艺术组你四五个人，我求天老伯，下一次不可以这样子喽！啊，威胁你家？对不起啊，蔡秀兰议员。局长，咱文化局长，因为你是本社选区内底非常优质、非常好的局长，我将来都唔捌来甲你问起，嘛唔捌叫你起来徛。你站坐啦，你请坐，你请坐。我要请教咱文化资产处市长有来吗？处长有来无？我有叫伊来哦，伊来不来也得死无。啊，原不个了吼，这件这个辅导案呐吼，辅导案不是文化资产处，是阮艺术发展科哦，艺术发展。局长，你请坐了吼。第二个月份，市长去到西港天安宫颁奖，哦，去颁什么奖？去办咱三年一棵香的天主文星，结果呢，有四丁办三丁啦。唔知道局长，你有了解这句事无啦？你听我讲完，你要解释。我了解，我了解，嘿，我有了解。你了解？有啊，我来报告一下啦吼，其中去颁奖的是无形文化资产吼，啊，也是天子门生的。保存团体啦，嗯，哦，保存团体，你讲的无唔对啦吼，咱西港乡有四顶天子门神啦吼，迄间有办三团，啊，其实这拢是陆陆续续来心扎，因为议员你对西港乡嘛，真了解嘛，足关心，伊的顶头足济嘛。我时间无够，你遐济、哦，我要请教处长啦，伊凭啥物去审核这三间尔啦？是凭啥物？有啥物专家？有啥物教授来认定啦？你敢知影？局长、甲处长，你注意听者哦。你敢知影挂号是当时开始的啦？是民国几年开始的？我还未出世就开始啊。是啦。你民国1784年啦，你阵啊是13庄尔， yeah, 就是阮后爷保护宫的天主文星啊啦，哈。
你今仔要审核，你拢无去聘请，也无去到阮现地去了解。吼、哦，啊，你讲三间就三间。哈，我来报告一下啦吼。文化资产的审查有一定的程序，拢有委员去审查。伊第一个程序是行政审查，行政人员先去了解，做基本的资料。我了解，第二步开访视。当然爱叫阿姨去到后牙报宫啦、哦。有啦，有啦。阮后牙报宫是两里联合的哦。是。后牙亚西两里哦。是。人口数偌济？你处调，你有带去？你有通知在地无？有通知当时调无？拢无。啊，就啊草草率率就走过。局长，你唔免甲我解释，我是咧问处长，你请坐。跟议员回答哈，那我们行政访查的时候是在105年。啊，你有没有通知我们啦、啊啊？你有通知无？有通知苗峰、欸。你有通知苗峰？是。你知苗峰上咧主持的无？这是。你知这个当时调是上无？啊，行政访查的时阵是旧当的四月份啊，迄阵我写袂过去。啊，我是五。嘿，较早。报告，行政访查较早，啊，因为进主委拄啊接尔，所以时阵事实上。诸位无了解，啊，不过伊行政访查是前一档啊啦，前一档是安那有四间，你是爱定爱三间？不，议员伊也有一个听书啦，吼、喔，一个听书。什么听书？啊，虽然哦、喔，咱后牙去了解什么听书啦？咱后牙去听吼。局长，我你唔免搁底下解释这啦，你搁想租金的，也是阮后牙报讲啦。第一个是。后爷天主文生是开基原做第一个啦，结果伊是三年挂休一道口，伫咧三个月内训练啦。你搁去查，你搁去查。议员，你拄啊讲着重点，重点嘛。你拄啊讲着重点，伊又是啥？三年一科，伊又是迄当要办挂休时阵才开始练，所以虽然伊历史非常悠久，不过短短时间要练，想无法多做成熟。哦，没有办法很成熟，所以咱进定的这三丁，因拢是安那，长期的练，逐当的练，无挂香因嘛的练，所以因已经有正制度化，所以对这个天子门生的保存会较好些。啊，所以未来后面集团嘛是阮要好来做辅导的，哦，要来辅导所在。我拄只公司提哦，你看者，嘿，哈，因无咧练。是啊，哪有迄条公司？所以这个公司也是讲，咱要协助因后爷你家要安那开始好啊，来练来传承这个部分，无进这种老师傅啊，无新卡啦，哦。唔是无新卡，阮当当三科要有传承，你点点听我讲，唔是你讲了你赢啦，你有实际无？这五月三十多号定两句话，你要欺上瞒下，哈。处长，你家讲，你有到地方去讲无？有到地方去咧处理无？你凊彩一个社团就当请经费，哈！你若做评论讲，我关怀老人出进会，我得要到倒位拢会当请经费。你有市长了解，哈！这条公文竟然是用一个财团法人，用阮后爷保护宫下当来请钱，每一年拢请。就是五万至十万，哈，局长，哈，你第一该请，安尼讲，五月三十号定，啊，伊这当初是参与这个顶头哦，合作的啦。我无叫你讲，我无叫你讲，你要查伊的开算书，六月初六到六月当时，甲即卖菜市啊咧征收，刷落阮大庙所有当事拢唔知影，竟然的伊的住址的所在拢是伫个后爷保护宫。啊！你含啊！你咧搁学咯，局长，做人爱有一个原则，爱实际，唔是你凊彩讲讲的。你的部署知影偌济？你今仔要审核，本署袂爽快就是讲，阮的庙的所有的董事哦，伊十个哦来搞我，去搞我服务处大细声，讲凭啥物？咱的天主文生，伫1784年就开始啊。甲即句哦，我是传承，我唔是从人职业的，专门训练的咧红车的，唔是，你爱了解，你爱了解这点。我本身感觉你处公不正，你阿个处长，
你心脏冇问题啦。啊，因咧训练的过程，阮绝对会去看，哦，因为拄啊开始尔嘛。你种啊搬乱啊啦，你有去看无？局长，你有去看无？你有去了解无？拄啊开始尔嘛，五月三十拄啊好定尔。会知啊，我要来质询，还佫有伫咧内底团队团员去甲我拜托，哈，叫我袂使答大话讲。市长，这件代志一定要查清楚。你今仔日唔是用阮的庙宇来咧参悟这件天主文生，你竟然有法度人请钱去核销？哈，你唔是讲一届了？去年佮去年，我讲本身也伫遮讲伫这大会检举郑红色、郑文基，甲我查看卖啊，你有疏忽无？唔是讲一届了，局长。阮一个社团，若要甲社会钱，要甲倒一局讨钱两万来，阿爸阿母哈，要讨五万存两万，要讨两万存一万，哈！你局长，你的科学，再给一分钟。你的科学钱他借了掉了，下半年都预算你了三三的不挂单。因为这是西江啊乡内底顶头啊。你这你免伫咧台湾搞这些，所以咱可以持续去安抚的。哦、你直接甲我问看，你有去审核无？你有通知庙无？我坦白来讲，今仔当主调甲咱委员转播，委员会拄仔交钱嘛，你拢无通知啦？你要叫来台湾自治无？你这拄仔交钱嘛？你拢无通知，你叫出门出掉？啊！恁话搬就搬，我有久遐久，你敢有去考虑啦？这是从1784年就开始成立的天主文生。啊，你看，你有甲阮地方，甲阮地方安怎看不起哦？而是伊家有历史，所以咱唔敢伊。你家有历史，你敢有去追究啦？你唔是专家啦，你唔是学者啦。所以他特别爱辅导。谢谢。你还够辅导？谢谢，谢谢。去阿未煞，阿未煞去考察怎么局长，你一定要有我一个交代啦，无我有请郑红色来查啦，凭啥我白破的？好，爱五万就五万，爱十万就十万，欺上瞒下。这拢心知啦，局长。心知？这拢制度心知。你问你处长啦，叫这临时的，无阮先生叫你回电话，你敢有回啦？你敢真当无回？有啊。有。我知主意啊，我知顶主意。伊负责这个代志，所以我有爱说明。你今仔你规个宣布拢无经过大庙。哈！你竟然有公司人走出来，而且搁进来一支。好，谢谢。谢谢。谢谢蔡秋兰议员，气煞三分钟。谢谢。那我请那个我那局局长哦，会后的话解释一下。那我们请了尊生两眼，最后一个啊，自由发言的。我想不要呀。哎，想不要呀。哦，喝酒点忙的。对了。哎，感谢主席哦。那、这个市长啊，人咧讲哦，君子啦吼，一诺千金啦。啊，我想吼、哦、啊，你是做未来型的一个市长，你的一举一动吼、哦，人拢会甲你注意。啊，所以讲吼，我今仔日有一个代志吼，这里有甲俺陈问你，诶，李长陈显明讲过，啊，讲要讲做个建设，这从1999年就提出诶一个活动中心，就是俺陈问你啊，甲这个维下你，啊，这个规划吼，甲规划是无同啦，1999年到今已经5年外。啊，这个陈问你，甲这个维下你这个活动中心，就是伫这个按18甲 G113这个青年路的边啊，哦，啊，这是停车用地，但是经过按市长由你协调改为会当部分去活动中心，哦，这你敢会去？你会去袂？迄、那个张议员，你拢是民政局当局长负责。哟、哦，啊我甲你讲哦，局长，市长你请坐。这个局长啊，基本上俺有同意嘛。是，我甲议员说明。我甲你讲有甲无得，有无得。我甲议员说明啦吼，
我相信这个阶段，啊，时间足少啦，你较长个说明，拢有家己员做说明。不啦，你了我讲，啊，即摆就是，主席，时间来扣起来，我时间来扣起来。交通有一个较完整的部分，希望这个活动中心除了会当气候好以外，佫会当提供迄附近一个完整的空，迄个停车的空间。所以这两项是即摆是说明我甲你讲，即地就对啦哦，原地吼是国有财产局的啦，哦。啊，一定转那个提拨还市政府啊！市政府即卖，因为这是停车用地，是，所以按迄个交我按迄个即卖规划交按交通局，是，基本上按一定同意，啊，大阿舅嘛同意，但是即卖就是啊，把这两个功能拢会当完整来。我知影，你都讲我拢知影，我即卖是要把这个物件紧点出来，较紧会当完成。我并不是。所以市长其实对这个部分非常重视。但是市长我曾经捌甲人这个陈显明里长，人答应好要讲起活动中心，因为有能力，遐人口是相当的密集，你知影无？遐需要一个活动中心，遐市民哦，唔是里长国民啦。五当我呢，一个活动中心，大家拢同意啊。五当我够紧，一个咧拖，安怎用一个什么理由？因为遐拢总有79家的停车位，79家，啊，那是要规划楼卡，全部拢做停车场。人遐居民基本上嘛拢同意，你都嘛同意，但是安该赶紧去做啊。增员都叫空调，迄能力进的情形嘛。迄两里是也是人口数非常多吼，啊嘛是一个住宅密度真高的所在。啊，较但是伊的停车一直是有，所以咱即摆方向是除了会当提供完整的即个停车空间，买当甲完活动中心来甲完成，这两个方向作为来去做安尼。啊，当时要做，我即摆要了解是一定拖这久啊，伊99年就提出来，市长这有办无啦？99年，真一定105年啊！我即摆是要甲你问讲。恁有要做，恁基本上拢同意。啊嘛，即个按交按交通局咧做规划。啊，即摆交通局伊个停车有79家，基本上咧规划设计起来有减3家嘛。你袂使用这个理由啊！你爱赶紧咧规划，赶紧做，互遐里面会有一个活动的空间。哦，你既然都讲个遐人口遐密集，按市政府有行动力，爱有了有效的效率，赶紧去完成。啊，你有成够坑了？你有成有坑了无啦？这案即摆拢会加速来做处理。有啊，有成有坑了无？因为今阿伯迄个啊土地。好啦，我来讲，我较来提案啦。啊，你紧甲有成坑了，紧甲做好，这是第一件代志啦。我希望单问你这个活动中心嘛，逐日你定拢有啊，这能力合作一致，而且99年就正式提出。啊，伫这个某种场合的时阵，这个你就甲我讲有碰着安。偌市长啊，有甲市长讲，市长嘛基本上口头上有共答应好要甲做，安尼你敢了？所以我头拄仔伫遐甲安尼市长讲，分组一落千金，啊这个随时拢有，啊这个唔是偌济钱，经费也唔是偌济，啊停车加甲减3位尔，唔通找这个理由，啊所以赶紧来甲完成，安尼好唔好？哦，我拄着李长，我嘛拢有即个。啊，我来讲，啊按赶紧来甲完成，好唔好啦？哦，这第一件代志。啊，这个市长，这个。我请教你诶，即道吼，人咧讲哦，无风不起浪啦。即道即个房屋税诶代志就对啦吼，闹价就对啦，外口安尼人心惶惶啦，哦啊，我嘛伫电视有咧看电视，看安尼，大家伫遐舞龙家，大家拢是好意诶，因为台南市民就对啦吼。我甲你讲，安市府是上界重要，就是爱开源节流。俺袂使讲大项物件就对啦，拢要甲老百找老百姓开刀，这是一个政策上我了解，嘛毋是你个人讲想要去就会当去的，所以这有当啊是要有一个讨论的空间呐，要有一个讨论的空间，是安尼这个代志这么重要，俺无来上礼拜二会做一个讨论，该去的时阵嘛是有当啊是那是一个政策上的有需要，大家讨论有一个共识，有一个共识。啊，较来啊，互百姓做了解，安尼是毋是？卖互百姓安尼人心惶惶，大家烦恼个。啊，我听讲啥物，外口即马讲个，大家要追求啥物？迄个委员会内面咧开即个会，要起偌济？因为俺头一档嘛吼，要开起即个54%嘛，头一档哦，起54%，分做3年嘛，迄落三啊，迄落第二年，迄落起65%嘛，第三年。要起81%嘛，
平均起来拄啊去67%。你若想遇到这个代志，按甲这个送来议会拢拟定好，唔通卖真卖，都互外口猜测要起120%，要安那爱用到规个人心惶惶，惊去到地人问到地，啊个第二次听大家咧做讨论咧讲。讲这个委员会内面咧开，甲财政局咧开这个会内面，其中个两个议员，就是按台南市的议员，讲连讲一句为百姓讲一句的话都无，即有当啊时就对啦吼。平平大家拢同事，我不便去讲遐啦，我也不便去讲遐，但是我感觉这个重大诶，这个房屋税要起价的代志啦，应当讲是爱送入来议会，大家做一个讨论。公开透明，唔是袂使去啦，哦，爱有一个适当，爱有百姓知影公诸于世。无你大家嘛，伫外口讲支持你的，有当时佫会接受啦；无支持你的，伊也袂当接受啦。你佫起招，伊也袂敢接受啦。伊就敢若讲你去尔，是毋是安尼？所以即阵若送你来议会，大家做一个讨论，会当创造就对啦，唔免让百姓恐慌。而且，你身为一市之长，你爱解说清楚，是要安怎起这个房屋税，爱把这个细节讲哦清楚。因为我唔是税务专家啦，啊，所以才外口闹甲沸沸扬扬啦，闹甲规个去到地人问到地啦。我甲你讲啦，你甲起价啦，部分我伫资料内面有看到啦，伊一起就对啦，一细节内面就是迄款。有起部分的人，伫90年过的新厝口去，对不对？敢是安尼？你像这个物件，你提出来讲好清楚，百姓知影，百姓话拢唔知影，安尼敢知影？所以你有这个义务，爱让百姓知影，因为90年过的新厝，才会当去嘛，敢是安尼？你旧厝都无去嘛，财政又多，敢是安尼？啊，这你也讲好清楚啊，外口阮去到地，人问到地啊。啊，这个像这个重大的代志，是毋是爱送你嘛议会，大家做一个讨论，让百姓知影，安尼毋是足好？啊，然后甲大家搁想要冤家，要拼阵啊！所以，而且我即马要甲你迄落市长吼，讲就是讲哦，台南的市的市政啦，唔但你有责任，你爱负上大的责任啦。这议员大家嘛有责任啦，哎，你甲想真栽界遮尼歹啦。你像有厝的人啦，伊到尾家个成本就对啦，转嫁户只个厝卡尔，你敢起会着？你起袂着嘛？伊到尾伊个厝就是家个成本转嫁户只厝卡啊，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安那起，就是起着只艰苦的老百姓。伊安那捡捡只迄落好嘢人，你就捡袂着啦。所以只，我希望讲这个房屋税的物件就对啦，一定。爱好啊，慎重，看要安那来，互百姓较安心的。茫安尼一日到暗，外口安尼，大家烦恼个。啊，除了我即摆，哦，这个以上是税务的代志，大家若上礼拜机会，遮重要代志。再给一分钟。啊，大家会当做一个，互百姓知影，这应当是好事啦。除了我讲安尼，你有认同无啦？你有认同无啦？我难免再给你说明，好不好？啊，无你说明啊。你讲上议会嘛吼，哎，因为其实啦吼，调整这个房屋税吼，大概通常市民拢无愿意啦，嘿，啊，因为这是行政的责任啦。今天我上到议会来，当然有议员各所讲的这个好处，但是到尾啊吼，换议会你做歹人，哦，这嘛对议会嘛不一定公平啦。啊，所以咱就按照吼法律规定的程序来进行安尼啦。用机会，今天经过定机会，经过自由发言，那么恁的意见，我拢会采纳嘛，会交予咱的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去考虑安尼啦。哦，你即马讲啦，上礼拜议会了，对啊，阮会变歹人。无啦，变讲吼，因为阮是变哪变歹人？无啦，变讲，那准讲这个大家议会同意去调整嘛。啊，那安尼时阵变民众，其实买。这个物件啦，哎，再给一分钟，或者麻烦一下。这个物件爱比较全国性来比较啊，是的。全国性，我会记起103年啦，台中市吴志强咧做市长的时阵啦，咧挑战这公告地价就对啦。
根本都敢那欧志强因本市拢无去，台南市嘛无去，台南市也无去，对，迄阵台南市也无去，甲欧志强台中市无去，但是伊个有特定区，特定区域就是讲迄个厝就对啦吼，较偏僻的所在，厝较无市场的所在，佮调降税率，佮调降。所以有一寡物件会当讨论的代志就对啦，因为迄个足偏僻的所在厝较无人买啊。啊，你若迄个地价税、迄个房屋税较调降，有可能人较愿意会去买啊。所以这有过1903年嘛，台南市有哪无去？吼、哦，这我有哪知影台南市有哪无去？所以而且我就是讲，上礼拜议会做讨论，因为讨论咱是在整体整个台湾省有很多县市人有去无？再给30秒。去的程度是安那？百姓有法当接受无？啊，百姓会足艰苦着袂？全方面的讨论啦，我毋是希望讲上做好人做歹人啊。我甲你讲啦，对的代志无一定讲你坚持啦，但是会流失寡选票啦。坚持做对的代志，本底就是爱做的啦。我甲你讲正经的，这较叫做政治家的行为啦。啊，若政客咧做一个啥，敢若烦恼票毋知叫流失二码啦，烦恼人毋知会搁伫外口甲我讲啊，迄就是政客啦。因为做对的代志，本底就爱做，不免去在意人家对你的看法，甲你的想法。好，谢谢。好，谢谢我们曾顺良议员。那请市市长。感谢咱各代理局长，吼，啊，感谢台南市议会，包括今仔日最后一位质询的曾顺良以及各位议员。那么经过定期会，吼，啊，加自由发言，咱每一个委员所指教的，啊，伊也是包括所建议的，吼，台南市政府研考会都会列案来追踪。那么咱的经济。这个需要性吼，啊，甲重要性啊，排优先顺序啊，来甲大家执行吼、哦。那么执行的这个进度呢，也会回报给议会哦。感谢咱各位议员呢，诶，这个指教。那他都话，张议员所指教的端门里甲维下里联合活动中心吼、哦，这个兴建的问题，我会请民政局吼、哦，啊，甲交通局哦，啊来好好来推动。啊，但是张议员所讲的，我一点啊，我稍澄清一下。我从来毋捌答应过任何里长要家己起活动中心。那陈文丽的陈里长有找我，伊意思是讲民政局已经答应啊，已经咧进行啊，希望我督促陈局长。啊，这点我听书上我有甲答应，因为要起毋起拢是民政局甲相关的局处去决定吼。那另外你所关心的这个地价税，我知影你的好意吼，我会充分感受到你的好意。啊，这点我甲你说多谢吼。啊，其实大家拢知影吼，要调整一个地价税也好，房屋税也好，毋是台南市政府，我担任市长都有法度通片面决定。啊，比如讲房屋税，伊是爱根据台南市政府所成立的不动产评价委员会开会结果，啊，开会结果。那当然，其中是拢共15个议会推拜代表2个。那我必须要感谢这两位议员，吼，大家社会上误会讲，伊是替这个市政府背书，其实唔是安尼，吼，伊伫会中103年无调整，有哪是议员要求讲，既然台中无调整，那么台南市打管治合并无外久，那么咱的市民生活今日冲击到，伊无希望调整，啊，所以咱顺从这个意思，吼，啊，我嘛认为讲应该安尼做。那今年的调整呢，伊议员有哪有把握一个原则，就是讲，那无法度无调整，无至少调整，爱所有管区内底比较起来爱上少的，啊，所以地价评议委员会嘛是根据这个原则啊去调整，吼，所以这点我要做说明。那这个咱现主席吼，啊，这个房屋税调整了后，吼，确实是张议员所讲的，咱台南市的房屋拢共61万间。有82%的厝未去调整到，好，就是90年兴建了后的厝，该去调整，大概占差不多10几%啦，吼，差不多12万户左右。啊，现在要按90年以后开始呢，
因为呢，九十审计单位监察院审计单位，啊，甲财政部是希望就现有所有的厝去调整，因为73年了后都拢无调整。但是，阮认为讲吼，迄个啊，编级委员会认为90年是法律修正，3年要调整一件，所以呢，咱范围就按90年以后的房屋开始。这并不是追溯，因为无补税。今天你那种讲有追溯的，表示讲90年以后的厝，伊91年、92年、93年，一直到今年，拢都要补税，这才叫做回溯，这无回溯哈。啊，调整出来嘛是，迄个比例啊嘛是，头拄我所说明的，是五都内底有调整的五都内底，哈、哦，是上届调整上届少的，都、就是选择啊，这个对市民冲击上少的方案。那这点呢，我嘛向咱啊吴副市长、吴总统副市长所带领这个地价评议委员会啊表示感谢哈，因为当啊采取了上届啊冲击上届少的方案，啊，我伫只安尼简单甲大家说明，哦，多谢大家。好，谢谢市长啊。两样事情呢，向本会同仁报告。第一样事情呢，就是我们的蔡依慧议员呢，因为他的父亲啊过世，所以他的没有办法来自由发言质询的时间。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呢，这次全国政务长联谊会的网球比赛，那么今天呢就要出发前往桃园比赛3天，希望本会同仁能够和议员呢能够共同努力，加油争取好的成绩。今天非常感谢赖市长，还有市府李秘书长、各局处的所长及主管列席，也非常感谢新闻媒体各位小姐、女士、先生的采访及本会同仁的出席。今天的上午呢，总书记就到现在到目前结束，散会。